好，我们曾市长、王副市长，在场的我们市政府的所有的一级主管啊，在场的我们徐艺术、徐议员啊，以及我们所有的府会联络人啊，以及楼上的媒体先进，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5月25号，我们进行市政总质询，第一位轮到的是我们徐艺术、徐议员啊，徐艺术、徐议员，请发言，时间40分钟，好，谢谢。好，谢谢主席。市长哦，我想上任到今天呢，在整个桃园所有的建设、所有的市政的推动，其实在整个桃园市民来讲，哦，根据民调来说，多数哦是肯定的了哈。谢谢。那但是呢，不管这个市长您的能力有多强，我认为很多的事情呢，还是需要哦各个领域哦各个阶层的啊，我们的乡亲，包括民意代表哈，来给你做一些提醒。我们的角色不同，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啊！我相信这个你能接受吧？对，议员的建议哈，也是导引施政的方向。谢谢。我想，桃园是国都之门，尤其在这几年哦，全球啊，可以都旅游啊，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来源。因此呢，我们希望桃园县哦，一直到今天的桃园市都能够啊，继续维持桃园的一个好山好水。那在之前，中央呢，哦，这个同意台湾电力公司啊，在这个龙潭哦来规划高原的这个火力发电厂。我想，当时市长也很清楚这个事情的过程，市长也当很多人哦的一个场合来宣布，也在议会宣布过，就是呢，在您的任内哦，一定不会同意这样的一个发电厂在龙潭来新建，是不是？对。龙潭的高原的变电所，它还有剩下一些地。那原来台电那么希望说设置一个这个天然气的发电厂，那这个案子在台电的董事长拜访我的时候，我跟他表示说这个地方不适合。那主要是因为茶乡又浪漫台三线的计划，那我们在当地有设第二交流道，有茶叶的故事园区，又有好几家观有光机工农厂。场。有机农场等等，那我是觉得那边是一个我们的客庄小旅行最好的地方，那我是不赞成设。那所他以们呢，这个发电厂的这个议题啊，目前呢，哈，不瞒您说，还有一个300位哈乡亲组成的一个群组，随时呢都在监控啊这件事情的发展。所以呢，本席在这里啊，请市长哦能够啊哈说到做到，并且呢，我相信下一届如果您连任成功之后，哦，希望哦，如果你有机会到中央，也能够哦一本呐，你在这个市长任内哦，你的初衷哦，你现在的想法哦，协助桃园哦，能够啊不受哦这些哦这个高度的这种污染的这个大型的哦这样的一个电厂来进驻，好不好？我现在可以明确的说哈，我认为那里不适合设这个天然气发电厂的原因哦，包括管线，那要非常长的管线。那包括水源也不足，那加上这个是供应大台北的那个高压变电所哦所需要的电，所以我觉得在龙潭设置不恰当。那我已经跟行政院反映，那么行政院也把环评退回。那我想这个计划是没有经过行政院核定啦，所以它在可行性跟环评的阶段哦，我认为就应该把它挡掉。那好，请不会到达说要新建的阶段才挡掉。好，请市长哈多多协助，请坐哦。那现在呢，我想要请这个有关呢这个交通哦交通单位这个城乡建设里面的这个停车场的一个工程哦，也是这一次前瞻这个8800亿的基础建设的哦其中之一嘛，是不是这样？是的。好，那现在哦，本席啊，发现长期以来龙潭的市区啊，那个停车的问题非常的严重，而且呢，很多民众啊，哦，已经反映过非常多次。那后来呢，我们去做一些调查，发现停车的这个空间哦，确实不足。那因此呢，本席在这里啊，建议哦，我们的这个交通局哦，也请我们的市长能够来支持。目前呢，我们这个旧的哦，现在的区公所哦，它的这个正右侧有一个停车场哦，希望呢能够啊来新建立体的一个停车场
哦，来疏解我们龙源宫哦商圈以及啊现在啊我们的这个区公所这个附近哦很多的停车问题。市长这样可以吗？好，这个龙潭的市区哦缺乏大型停车场，然后市区也很常常交通打劫，那我想有都市计划的问题，也有停车场不足的问题。那我想这一题哦，我其实在上一次跟上次的会期有稍微讨论过，我想这一点请我们的交通局跟都发局研议一下，因为旧的龙潭的区公所，那么应该是在行政园区应该是九月搬过去，那旧的龙潭区公所暂时会来做活化使用，那旁边的停车场是否要把它提高它的使用效率，是否要配合周边的市场商圈吼来做这个更新，这个我想请交通局这个专案研究。好，这一题我觉得整个龙潭市区哦确实缺乏大型的停车场。好，哦，这个计划哈，希望我们交通局哦能够认真哦来处理，因为呢在这个昨天的这个区公所的会议当中哦，工作报告本席啊也已经有哦请求我们这个区公所能够在这个会期啊。能够召集所有的相关单位哦，开一个专案会议，对于龙潭的一个停车的问题哦，来做一个专案会议，好，到时候再请我们交通局哦，全力来给我们协助这个规划，好不好？是，好，请坐。那很多的这个议题啊，事实上都是已经有很多次的、哦、的一个谈论了、啊、哈，也有很多的学者建议哦。我今天准备的这个照片不多了哈，其中之一呢是这个翁新统，翁新统这个老宅，那我想大家都知道，文化是我们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那在过去呢，本席啊发现很多的学者也好，地方人士包括地主也好，对于翁新统这个老宅的一个处理，我们很希望它能够保留下来。其实保留的方式很多，我们可以呢。让某些地主还是可以住在这个地方，未来开放让人家参观，也可以考虑，也可以采取收费的方式，也可以考虑采取架构的方式。那这个老宅呢，事实上哦，我们去踏勘过很多次了哈，但是呢，文化局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拿到一个真正的哈、哦、真正可行的哦方案呐、啊，所以让我觉得说。局长是不是在这个方面，你应该要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哦，对于所有乡亲的这种期盼，有具体的一个做法。好，跟议座报告啊，我们这个四月的时候也请文资局下来开协商会议，跟所有权的协商会议哦。那文资局又指示这个朝全区保存跟协议架构的方式来跟所有权人达成整合的共识哈、哦。所以我们5月8号，所以再次请到李前郎，这个李前郎跟米富国老师去做全区保存的那个前期会刊哦。然后我们在6月2号。文资局还会再一次下来。好，谢谢。局长，我想你看到这个一片稻田里面有一个呢，哦，真的是哦百年的一个古厝在这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古宅呢，它有它的一个历史背景哦。以前翁新统他本身也是一个区长，对，哦，所以很有历史上的一个意义。在这一套稻田里面有一个古宅，未来如果能够把它修建之后，你看。很多的游客，很多的这些文化，很多的学者能够来这里参观，对我们桃园，哦，行销桃园来讲，真的是一个很重要，哦，的一个课题啦。所以呢，这个案子能不能处理好，就是我们文化局长你的能力的一个指标之一啦，哈，希望全力以赴，好不好？谢谢。我来补充一下哈，那个都计外，因为没有容易的规定，所以只能架构。全国哈，我们第一个启动架构的是道东堂，现在架构到一半。那翁新统这势必又要用架构，也是开全国的首例。那土地所有权人，他们基本上是有些抗拒，他不让我们指定为历史资产。那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基于保护文化资产的原则，要启动架构。那启动架构完成后，才有可能修复。原来我们希望用修复换得使用权、营运活化，那地主是抗拒的。那这一题主要是在我们地主对于这个文化资产的认知其实还不够，因为子孙散居各方，所以大家听到的哈，其实这个我也去看过，子孙当中部分人赞成，那多数人比较保留。那我想局长难为是说他要
他没办法靠嘴巴说服他们地主要求说你来买。所以处理这样的事情哦，我想哦，市长一定要以地主以所有权人的立场来思考这个问题，才有办法解决。他们要求卖掉了，对。对，他就是说卖给政府，那就像道东堂的处理模式也好，但是其他全国各个县市一般就没有用买的，如果每个古迹都要买的话不得了，那当然，那当然，但是如果比起我们桃园市这几年来大大小小的活动挹注的那些预算经费来讲，我认为呢，去架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古迹啊，真的是值得，因为它可以永远留下来。那活动的办理办完之后就没有了。我跟议员说明，全市一年活动的经费不会超过两三亿，单单道东堂要四亿，翁新彤也是很高的数字，它的起跳价非常高，所以这个就因为这也是过去长期以来没有办法解决的。我相信市长一定您有您的这个智慧可以解决这件事情，好不好？ 好，谢谢，我们尽全力来谈这个协议架构的可能性。好，拜托你，谢谢，谢谢。好，那我想这个都发局在上一次的这个会议当中啊，工作报告就已经跟您提过，希望在这个会期能够找一个时间，针对石门都市计划然后呢收集一些资料，找一个时间到地方来召开一个说明会到现在我还没有接到通知，所以呢，当然都市计划它不是一气可成啊，需要时间，但是我希望我再次提醒你，好不好？在这个会期你一定要找一个时间到这个大石门地区召开一个说明会，告诉我们的乡亲现在的石门都计划它的瓶颈，它现在的进度那未来我们要会继续怎么做，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好不好？好，是。好，谢谢，请坐。农业局在这一次办理这个农博，我想当然也很辛苦了但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常常说你投入今年投入三亿，明年投入总共加起来将近七亿这七亿六亿五六亿带给我们多少的一个效益是值得去评估但是它的效益，它的这个参观人次当然是不能用吹牛了，因为大家都看在眼里那办理这种活动不是坏事尤其是这个产业跟这个旅游各方面能够结合，但是我们还是未来在办理这活动的时候还是要去评估它真正带来的一个效益，因为虽然我们现在的这个总预算已经破千亿了，但是呢这里花个几亿那里花个几亿，这些活动这些瞬间就会没有的这一个这种类似的这种支持，我认为了还是必须要再做评估了，好不好？另外就是我们花彩节今年的部分，我们现在从区公所提过来的案子，现在这些案子都已经批示下去了没有？花彩节的部分，目前我们因为它是一个竞争型的一个活动，那我们现在目前在做一个评估。很多的各区都已经把这个计划提上来了，你要赶快把它批下去，让底下的去提早执行，它的妥善率才会提高嘛。是是，好不好？我们包括它的种子的采购，包括整个活动的设计。我们马上会来做一个核定。谢谢观光旅游局对于这个我们现在很多的龙潭部分目前有一个观光大池的景观的这个营造，再来就是一个十一份的这个大汉溪的亮点计划这个两个，其中呢这个十一份的这个大汉溪亮点计划部分好像昨天已经招标出去了，是不是？是的。好，招标出去呢，我也觉得很奇怪，你那个等标期才两个礼拜，这么短的时间内，据我了解，龙潭也有地方的在地的这个好像是一个石门国小的一个校友会，他们有来参与投标，是，他们也准备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呢，你那个时间这么短，然后呢，后来呢，我听说是另外一家公司标去了，我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招标你们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是它不需要考虑有在地性吗？是，跟议座报告一下，这个标案其实我们都是公开公平在评选，那之前已经留标两次了，原因是因为我们经过委员的评选觉得没有办法得到我们的期待，所以我们也非常的鼓励，希望能够有在地团体能够参与。那第三次终于有在地团体了，不过我们必须说，确实在准备上不够完整的充分，我想校友会他们自己可能也很清楚。对啊，不过因为你今天
如果说今天得标的厂商跟这个地方是没有在地的连结性的时候，他怎么样去揣摩出一个过去这个地方他曾经有过的那种风华，有过的历史跟那一些很难得的那一些，包括照片的收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不是你真的未来他在执行当中一定要跟他好好要求。对，好好，我们一定会要求，而且我们现在紧急他近期召开跟地方的协调会。 OK， 好，这个龙潭大池他吊桥这一次龙舟竞赛结束之后就要拆除是不是？是，没有错。那明年新建是不是？明年新建，没错。那你的这个样式都已经出来了吗？还是现在已经在做细部设计，设计完之后的初步成果就会跟地方召开说明会。那我请问一下，光我们的客家事务局啊，明年的龙舟竞赛啊，会不会因为他们这个施工然后停办一年？包括议座，原则上我们还是会继续举办这个龙舟竞赛。那我想如果工程有影响的话，我们就尽量避开有影响的这个水域，路线稍微调整，那么还是会继续举办，原则上。好好好，谢谢。好，请坐。谢谢。青年事务局哈，跟我们这个劳动局，我们在石门山有一个这个以前的劳工娱乐中心，是不是？是。好，这个劳工娱乐中心现在是做什么样使用？现在我们是委外经营哈。经营什么？大概主要是内容大概是譬如说住宿，然后办会议都可以在委外的意思就出租给民间去经营，委托民间管理经营。嘿，这个部分呢，我想建议，然后是这个青年事务局，事实上这几年因为对于青年的一些这个包括青创这方面哦，有很多很多的琢磨啦。那我个人觉得在桃园这个石门水库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有这么好的一个硬体设备，如果说可以由青年事务局这边来做一些青创哦，青年创业，或者是对于栽培年轻人能够做的一些哈这个规划的话，我认为那个效益远大于现在给业者去经营这个民宿啦。所以说是不是请市长对于这一个空间在我们石门水库就在旁边而已，这个地方我们应该要善用它，因为在那里呢我们公家啊，说实在的，我们公家的厅舍在那里琢磨很少，但那里如果可以纳入给青年事务局这里来作为年轻人训练，年轻人让年轻人作为一个有没有就业也好各方面的一个训练研习的场所，我认为那是非常好的。好，我想那个石门的这个劳工娱乐中心啊，应该要提高使用效率，那边的环境也非常好，那将来我看那整个附近的区域发展的也很快，那特别那边是适合一个教育训练会议的场所，是，那我觉得也许可以把它多元使用，不过原则上劳工优先啦。那这一题是不是可以容许我做一个内部讨论后到现场看看它未来营运的方向？因为目前它的主题它并不是针对完全针对劳工，对，它也可以让别的团体来用，所以我觉得那个意义不大，我们应该把这个主导权拿回来，很精准的让我们桃园现在劳工也好青年也好他的需求让在那里能够得到一个这个我有特别提到想到过说我们桃园的教育训练基地不足，那包括给青年朋友使用的地方我们现在有永安有个小基地，那这个劳工娱乐中心似乎也可以考虑纳进来，或者其他地方，这个让我在很短的时间内来召开内部会议来研议，那必要时候在现场看一下。好，我觉得石门山那边确实是非常好的那个会议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地方。好，谢谢。好，请坐。先请水务局水务局现在民众碰到一个问题啦，其实很小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是通案的在很早几十年前就70年前，当时呢也没有所谓的自来水，大家就找井啦。找井嘛，对不对？是找了井之后呢，现在这个井家家户户很多都是用井，尤其自来水没有办法到达的地方。但是最近有一些民众他收到罚单是说有人检举他们家用井水，所以就被开罚12000。那问题是每一家每一户在那个地方都是用井水啊，所以这个法 是自来水法吗？还是什么法？这是水权，因为它地下水要收这个水权的申请。
对啊，你如果说要罚的话，那很多每一户都会被罚。问你这个问题对民众来讲不公平啊，讲难听一点，你这个法根本就是还没有那个紧啊，还紧就已经找好了这么多年了，你这个法是后面才修的，变成这个根本对民众来讲怎么可能呢？我们这个再来专案研究看，假如他是在这个我们这个水权法好、哦、这个施行之前就有的水井的话，那我们看看有没有办法用专案的一个补申请，对啊，要他的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另外啊，看到啊，今天这张相片呢，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就是石门大郡的水哈、哦。那在这个会期也曾经跟这个市长哦，您讨教过，石门水库的水经过龙潭，但是龙潭呢没有办法利用这个水来灌溉，哦，这个、就是归咎于民国69年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因为缴不起水租。所以呢，当时呢还有一些泉水、哦、野溪的水，很多的那种水源可以替代，所以就没有用到这个水。那因此呢，很多民众他没有缴水租，然后石门农田水利会就把龙潭划出整个灌区、哦、整个灌区。后来各位看到划出灌区之后呢，也就是说这些水利设施、哦、石门很多的这个郡沟都失去它的灌溉的功能之后，但是它还是具有所谓的雨水排水，还有这个所谓的家户的排水、哦、等等、哦、这种甚至它还有所谓的防洪的功能。但是因为法令不周全的情形之下，石门农田水利会这几年把龙潭非常多类似这样的一个沟渠变卖出租，导致这几年淹水不断。而且你看这个水沟，想当年这一条水沟一天排水、哦、这个水啊经过这一条沟啊，那个量是惊人啊。到了今天你看它又脏又臭，而且下游被出租被卖了，这水怎么流呢？只好从上游打一个洞让水倒流。那你知道这种高层倒流的话一定就会有呆水位嘛，这个就是呆水位。所以我要讲的是，还是请我们的市长务必要跟我们的这个、哦、农田水利会啊取得一个共识。我认为啊，政府要花很多很多的经费去买当初纳税人征收而来的这一些水利会的土地，一点都不符合、哦、所谓的公平正义。所以龙潭有很多这样的状况，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来解决？谢谢徐议员、哦、因为高堤洋、哦、被划出石门水利会的灌溉区外，那造成包括龙潭平镇大溪、哦、很多的土地、啊、没有灌溉水源，那这些水利沟渠、哦、又被变卖、哦、做建商或 做企业使用。所以我觉得这个老问题、哦、是应该到解决的时刻。那 我想我们跟这个水利署跟水利会、哦、有初步的沟通，我想高堤洋这边、哦、最基本的水利工程一定要恢复，那第二个适合种植的农作物也要做一个规划，那第三就是排水的问题，排水跟绿美化的问题，我想这要积极协商。因为我看到目前龙潭提出来的每个案子在高堤洋地区全部卡在水利会，不止使用补偿金的问题，有的就像议员所提出来的一段断掉了被卖走了，那变成说我们在这个区域当中寸步难行。那我认为这个高堤洋灌溉区形同老实说形同一个水利跟排水的孤儿，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解决。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哦、政府有责任、哦、负担起来，中央加地方要起合力解决。所以还是要请市长、哦、要召开专案会议来解决，帮我们、哦、这个也请议员到时候一起参与这个，因为这个问题确实蛮复杂的。包括我们的农民，包括我们所有社区、哦、也希望我们市长抽空下来看一看好不好。有已经有排时间、哦、那 我是打算这样子处理，个案部分先个案处理，通案部分我们跟水利局跟水利会还有水利署合作来开会议，看怎么把新的调整方案把它解决。好，谢谢。请问这个卫生局哦，
院长，现在这个国军总医院啊，这个在龙潭，那这个就近包括大溪、新埔、关西、平镇很多的这个乡亲呢，就会就近到那边去哦，这个看诊哦。那未来呢，我想因为老人化的社会已经来临了，势必长照啊，是我们必须啊要去面对的一条路了哈。那有关于这个国军总医院在长照哦这个部分呢、啊？是不是在地方有一些比较能够让我们的乡亲哦，能够有一些比较方便的长照机构，由他们来规划完成？谢谢议座。那个在那个市长跟议座的号召下，那个国军总医院他们现在有在跟军情局有争取一块地，那那块地如果顺利的话，那他们可以做用来做长照中心。这样哈、哦。那这个会后，请你把这个在地点呢、啊，哈，这个一些资料有没有提供给本席，可以吗？好，好，好。那这个部分哦，希望你能够全力的来配合我们国军总医院哈、哦，尽快的来完成这个机构，好不好？好，我们会协助他。好，谢谢。另外呢，还没有，就是我那一天呐、啊，有提到哈、哦，局长，有关于现在的很多的夜市哈、哦，这些回收油、油炸哦，这种。年轻人很喜欢吃的这些什么香酥鸡啊，什么炸鸡排这种，回收油那个油的品质非常有问题。过去曾经一段时间，哦，这个政府在追这个东西，后来呢又停下来了。然后现在我发现这个回收油还是很有问题，所以这个部分请你们列为重点，好不好？好，谢谢。这东西对身体的那个健康真的影响很大啦。好不好？回收以后不一定会用于餐饮，这个我们有、你们要去稽查，是能力不足的话、要请求啊、来增加啦。好，我们跟环保局都有合作，我们会一直在。尤其我发现卫生局有一个毛病，就是越是 合法的机构、合法的公司、合法的 场所越会去查，反而这些没有牌照的这些哦，不管是摊贩也好，不管一些违规的业者也好，你们都没有去查。所以我希望啊、你们府内我请哦，这个市长一定哦要要求这个卫生局。我发现很多的这个有真正有牌照的哦，有执照的这一些机构哦，大型机构，你们常常去查。但是呢，这外面包括市场、包括夜市这一些，真的大家很容易得病的病源发生、得致癌症的这些，你们都不去查。一说的提醒，我们都有在。好不好？平均稽查，然后也会检查，为了我们的健康啦。哎，好，请坐。两种都要查。对对对对，好，谢谢。哎，另外哈、哦，这个体育局啊，四大运八月份是吧？是。总共八项，15个场馆是吗？不好意思，7项。7项哦，对，7项。好，是。请问一下、哦，在这一次这个四大运办理的当中，警察局或者有关的单位有没有针对？哦，针对比赛的选手或者选手村之类的哦，这些场馆哦，防止所谓的恐怖攻击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计划？有，有吗？做报告，我们也都有演练过。有吗？因为最近哦，你看那个英国哈、哦，英国最近也炸了，也有20几个。那尤其呢，这样的一个世界性的哦，世界性的这种比赛，我们必须要注意啦，防患未然，好不好？好，哦、请加油了哈、哦，谢谢。另外就是哦，我还是要旧话重提啦哈。糖果的，看一下这个照片哈。卫生局长，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是毒品吗？是吗？看不太清楚。看不太清楚，放大一下。中间像糖果。糖果嘛哈，你都看不清楚。我相信哦，很多的家长也看不清楚，很多的老师更是看不清楚，这个就是完完全全毒品的包装。那我今天要在这里很严肃的哦，跟市长来报告，毒品的泛滥不是桃园市，是全国的问题。那在中央的这段时间，我想政府也对毒品这个部分啊有一些计划。现在我们这个政府要真的下手、哦、有决心像菲律宾这样、哦、真的下去做啊，这种可能性是很小啦。但是呢，毒品确实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家庭、很多的父母心里面
的那个痛啊，嗯哼，很多的青少年都这样毁了，很多后来变得忧郁症，后来就自杀，后来就是没有工作，导致他这一生就毁了。但是我们现在的以 K-Tamine 来讲，他的吸食，哦，他目前的法规他并不会被判刑入狱嘛，所以呢这个问题还是不断的在循环。有没有可能在我们桃园能够，哦，以类似不管是促餐的方式还是 BOT 还是任何一种方式，鼓励民间来成立所谓的戒毒或者是收容的中心？因为有非常多的家长说实在的，他经常告诉我们说能不能想办法把我小孩送去关，但是法律上并没有，那民间也没有这种机构，那怎么办？只好每天放在家里伤害家人，然后呢左邻右舍人心惶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耶，市长你觉得这个应不应该很认真的来探讨这种可能性？昨天那个高检署王天胜检察长 有来拜访我，有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么戒治仍然是重点，我们除了上游去阻绝攻击面，那么戒治是把一个人从悬崖边拉回来，那如果在毒瘾的初期特别可以能够达成这个效果。那我是觉得这个戒治的中心目前卫生局可不可以研究，可不可以研究去成立？我认为需要确实需要机构化的这个戒治中心，那让青少年朋友或年轻人他可以透过一定的戒治程序回到正常的生活。那这部分细节我请蔡局长回答一下。因为这个关呢跟戒治其实它是两回事啦。我们现在讲的是戒治。对，目前戒治的话可能在分在医院，也有分在民间。那像晨曦会还有一些基督教的日光团体，那这些都有在协助、那个。如果说现有的这些机构对于所谓的毒品这个部分 有所这个克制的话，我相信毒品现在不会这么泛滥，就是因为现有的机关不足。我们政府能不能把这一块挑起来做、okay. 如果这一块我们不做，你再好的教育，你再好的环境，那个都是空谈啊，是不是？是戒毒这边我们会有那个，所以请我赞成。昨天我跟那个检察长确实有深入讨论到这问题。那么教会团体跟医疗机构所附设的戒治中心容量也很小，那是被动的嘛。那而且像很多村会专案一对一辅导，这个也有在做，但总是 我想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健康园区让他们来戒治。这个我会来跟我们社会局卫生局来讨论怎么样子让桃园能够有这个戒治的中途之家。我们现在还是很多公有的土地确实可以做这方面的规划了，好不好？那在初期是可以拉回来，是一定可以拉回来，所以 我想这戒治的那个收容量要增加。好，谢谢，拜托请坐，请教育局长。这个我们这个非盈利这个幼儿园的规划目前的进度，跟议员报告，目前到今年我们有六所非盈利幼儿园开办，就是在中路、龙翔、内力、文心以及大友跟龙兴。这个部分可能要稍微加速。为什么？因为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所有的家长就会，打电话给我们民意代表。我相信市长你也接到电话接到手软了，有关于这个幼儿园公立的确实我们办得不错，不错。所以呢很多的家长尤其他的诱因在于比较便宜嘛，对不对？像现在这个一立一休弄下去之后，这是年轻人他的小孩读这个幼儿园，他当然不管是食衣住行他都希望能够节省。所以呢这个在学校办幼儿园又可以跟哥哥姐姐一起，所以他们拼命的想要进入学校啊。公立跟非盈利这两个都要加强。那公立
我们也增加1000多个，快2000个，那速度还不够，因为我们人口成长很快，年轻家庭多。你现在公立，你这个幼儿园扣除你这公家机关职员哦，还有一些中低收入户的那一些名额之外，剩下的名额剩下个位数啦，对不对？那民间要能够去那里读，几乎不可能。尤其很多的家长，他讲的也有道理啊。我们希望他跟他哥哥姐姐在同样一个学校哈，以后呢衔接上这个环境上哈，他们才能适应怎么样？他讲的也是有道理。那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工作就是怎么样让这些家长能够满足他们哈这个孩子啊就是就学的一个需要啦，好不好？那我今天也特别说哈，包括闲置的教室，包括闲置的那个这个空间，以及新盖的社会住宅。我们会把非盈利幼儿园把它加进来。好，那我想这个速度，我们本来是3年内要到达60班呐，哈。那我想会再把它扩大。那公立部分其实已经增加快2000人。目前哈，今年我是各区啦，只要能收尽量收，能增班尽量增班。好，谢谢。好，谢谢，请坐。民政局长哈，就像这个宗教嘛哈，是您的这个辖管的一个业务哦，我在蛮长一段时间听说了哈，龙潭的这个南天宫啊，说他因为南天宫是以前大家出资嘛哈，赞助啊，不断的这么多年来累积的一个南天宫嘛哈，我想这个我们市长也经常去那里参拜，然后南天宫听说他卖给这个企业了，你有没有听说？上次是一座有跟我讲起，那当我们有去了解。他本来是管理委员会制，那么当然他现在主那个管委的主委还是同一位，现在由他的公子当副主委，但看起来整个看不出来有卖的现象。那因为这个怎么卖，体制上他还是管委会，所以现在看不出来。所以我希望这个部分要注意啦，好不好？因为你如果说他确实也没有这样的问题，也要让所有的这些信徒啊，让大家知道说，确实那个所有权、那个管理都还是原来的管理委员会嘛，一度悠悠之口嘛，一阵视听嘛，好不好？是我们随时会去了解一下。好，谢谢。谢谢。好，请坐。环保局哦，曾经这个请你协助啦，竹科龙潭园区哦。在他正式运转之后，其实他有一个回馈金，一年是据我了解是1000万，来回馈周边哦的一些村里哈、哦，3公里之内。目前呢，我们龙潭总共有3河3水、8德、圣德、乌林、凌云、龙翔等哈、哦、7、8个村里都是他3公里之内，但是这几年来从来没有得到他的回馈。我们曾经召开一个会，希望他来说明怎么样去请领哈、哦、这一个回馈金。哦，来建设这个学校啊，还有村里的一些道路工程啊，他们没有来出席，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友善的一种做法。那我们龙潭在这几年来面对承受的是他排放的那些碳啊，那些烟啊，那些污染啊，那些交通啊的问题啊，竟然他是这样来在这个龙潭这个地方，虽然他是中央的单位，但是我认为他在环境方面还是受我们本府的一个规范嘛，对不对？是。好，所以呢，请我们的这个环保局哦，在近日内啊哈，邀集他们，针对他们这个环境问题，还有这个回馈金哦的一个请领问题，让地方能够了解，好不好？一座，我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请说。好，那一座关心这个议题，事实上这个因为园区在我们桃园，所以我们对它的环境的稽查绝对是会严格来把关。那我有一个数据跟数字跟那个一座报告一下，过去这3年来，我们大概稽查了101次，那也对它有一些环境违规的部分有告发了4次。那一座所关心的这个有关于回馈这个部分啊，我们也了解竹科管理局它有一个补助地方政府这个建设经费的处理原则。那我也跟竹科这边有来了解，那主要是希望由我们市府这边来提出来申请。哦、那怎么样来提出？再请哈、哦、会后哦，让我们来了解。那因为这个主责不在我们环保局，我会跟另外一个局来协调这个部分。OK， 好，谢谢。这样，这个我来处理，因为竹科现在2期哈、哦。也在规划中哈，它原来厂区啦，那竹科的回馈的可能方式，那因为我们弄了一条路，那么我想我请经发局来跟竹科来协调哈，可能的那个回馈的方式。好，谢谢。那这个议题就谈到这了。市长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龙潭哦新的一个行政园区，它非常的美哦。旁边这一条呢就是中心路，这条路过去呢就是大溪，但这条路呢
哦，各位看，下一张，下一张。这条路呢？你看它的这条路，中间没有分隔岛，旁边的电线杆、电线，还有所有的路灯、所有巷道哈、哦、的这个电线杆，非常的多，而且交通一年它的交通事故是300多件。OK。因此，我们有建议这个地方要把它美化。我们比照仁爱路也好，中山路也好，一些都会区的哦，尤其台中在这个部分做得非常好，希望这里能规划一个非常先进的、非常进步的一个指标性的道路，来衬托我们新的行政园区交流道下来。市长可不可以？嗯，这个建议不错。我想新的龙潭行政园区哈，中兴路周边电缆如何地下化，然后这个如何绿美化植栽。或者是交通管理有少数人哦，店家我请那个公务局主责来做这个事情哦，会稍微有一些抗拒，难免啊，但是呢，做好之后，大家一定会给市政府一个掌声。因为我们已经提几个方案。好，谢谢，请坐。接下来轮到我们林志强林议员啊、林议员时间40分钟啊。好，谢谢。好，谢谢副议长，市长，副市长，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一级官员哈，在场的所有，记者先生、媒体先生、女士们，以及我们徐淑议员，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我想特别在今天哈，这个第一天，来这个总咨询啊，我想。也在这边啊、哦，特别要这个鼓励我们所有的市府团队啊，在整个施政的过程当中，我们过去这个升格到现在所做的这个努力啊，我想我们都得到所有市民的肯定哦，因为睫毛还没出来是不是？都得到这个所有市民的肯定哦，尤其这一次，我想我就继续了哈，尤其这一次啊、哦，我们这个文山市长的民调啊、哦，可以说。又再次的这个登上高峰哦，在这样的一个民调的基础上面，得到我们所有这个桃园市市民的这个肯定啊，我想在这个部分这个所有市府团队一起来共同的为市政来努力哦，打下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我想这个也给你们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肯定啊哈，那个下一页。这一次哈，我想市长，你在这一次的民调当中哦，这个已经要升这个六都的第二名哦，恭喜你，哦恭喜你、哦，谢谢。我想在这个部分哈、哦，你的努力哈、哦、已经被市民所看到了，哦被市民所看到了。那么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也相信。好，你整个在施政的过程当中哦，这个不分蓝绿哦，不分族群的这样的一个施政作为，让我们所有桃园市的所有的市民哦，增加我们的认同感啊，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我想除了这个我们的民调哈、哦、这个上升之外哈、哦，你俨然已经成为我们民进党哦这个下一届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总统的接班人了哈、哦。我想这样的一个。形势已经形成了啦，哈，市长，我想，当然啦，在民调的这个居高不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还是有一些努力的空间，哈，还是有努力的空间啦。在这一次的民调当中，哈，有关于这个居住光荣感的方面，哈，我想，我们桃园还有71%，我想这个部分哦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那么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宜居的这个城市当中哈、哦，它有一项是这个最佳宜居的城市当中哦，这个我们桃园只占9.6%，我想这个是有非常
非常要改善的空间啊。当然，你个人的光环、你个人的民调得到市民的肯定，那但是我们的环境要怎么去创造？我想这个市长，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的一个空间来去努力，对不对？宜居城市哈，本来就是我们的目标。那我们提的不管健康城市、是智慧城市、好捷运城市哦，这些想法就是要让桃园可以好工作、好生活。不过那个调查的指标哈，他那个调查的方法我有看过，他是说自己评论自己或评论别人，是，所以这个问法不会很准。不过我想哦，桃园人对桃园是很认同的，那也喜欢桃园，是用一个指标可以看得出来哦，桃园适不适合居住，用人口成长数。我们是六都里面人口成长最快的，我们两年半当中成长了10万人。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了哈，造成这个复兴的附近的这个城市的这个持续的消这个我们不适合住，大家怎么会来？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也希望说，在这个部分我们一起来努力啦，跟市府团队一起来努力，打造一个适合宜居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也适合年轻人的一个不够的地方，我们来努力。OK， 我想团队这个荣辱与共，那么困难的事情一起承担，那如果受到肯定，也是团队跟我们市民共享。好，谢谢。我想下一张。这样，跟你谈论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议题哈。好，这个标题叫乞丐赶庙公啦。好，既然如此对待台湾的主人，真的是多元文化教育的大失败。我为什么今天会在议事堂跟你讨论这个部分哦？其实我真的不想在这个地方哦，造成这个族群的对立。可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建设哦，实在对原住民很不友善。好，我讲过去哦，很多的这个原住民，譬如说要盖集会所，好，譬如说要盖这个完全中学。譬如说我们现在在桃园区哦，要盖朝阳公园这边要盖这个原住民集会所，都遭到地方的里长甚至这个发展协会的这样的一个抗议跟瑕疵。我不晓得好这样的一个一直不断在进步的城市，一个多元文化的友善的城市，好，既然会对待这个原住民的这个主人啊，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哦，用这个光怪陆离的这个理由啊，好，来拒绝或者是来这个反对我们在这个任何的地方这个新建这个设施。我想市长这个部分，我们原民局非常的担保，我们市政府有没有办法可以给他们做一个后盾啊，让这些建设能够继续推动啊？我想我们桃园是都会原住民最多的，那有62000人，那我们一区一集会所的政策也最落实。那现在桃园区是因为它原本的集会所在孔庙里面，是跟原住民文化干戈不入，所以我们考虑在市区找一个新的集会所。那找的过程当然也要取得地方的同意。那我想大家求圆满，我想即便有些不同意见，我也希望这个讨论的过程不要有任何的歧视跟伤害。我想地方的某些意见我会尊重，但是还要沟通。原民局这个努力我是坚定支持。我想这个部分我一直很坚定，在我从政到现在，从进议会到现在，我一直都非常理性讨论任何施政的议题，有关原住民的议题。那每次面对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的感觉是说，你们可以用这种不是理由的理由来去反对原住民来新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议员不要太快跳到说地方反对，地方赞成意见也很多。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人他会利用各种的这样的一个理由来去反对我们在新建这样的一个新建我们的集会所的时候。这个地点的恰当性我们多元考虑。那我想桃园区设置一个新的具有文创的特质的这个集会所，我想这个目标一定会完成。我想这个部分因为我在桃园区我也会勘了大概7-8个场地那这个场地除了它这个绿复利这个都很完整之外我想最适合不过就是原住民在那边新建这个集会所。我想资源的共享，我们从来这个从400年来我们必须要随着这个高压统治，然后必须尊重这个政府的体制，然后遵循你们法律，然后学习你们的语言，一直到现在，我们从来没有说赶谁去哪里，赶谁去哪里。
台湾，我们是台湾这块土地的主人，我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我们每次碰到的事情都是利用各种这样的一个理由来反对这样的一个这个事情哈、哦，要做很好的沟通，不用激化。我想请原民局哦，跟桃园区公所哦，针对选址的问题，有耐心来处理。我想这个市长这个部分哈、哦，也希望我们市政府给我们原民局跟原住民最大的力量了。这是我决定的， okay, 我不是给他们力量，好，是我决定在。我也看到你在市政会议也做了一些财事了哈，我在是我决定在桃园区要增设一个原住民集会所。是，好，现在是这个选址的过程哈、哦。不同意见的市民没关系、哦、不同意见我们来沟通。那这个每个点、哦、要到达、哦、相当的共识。市长谢谢你啦、哦、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持续来推动好不好？好，那你请坐。那第三张，那个原民局局长，我从上任以来、哦、就开始率先要求制定我们桃园市原住民族发展自治条例、哦、那已经这个历时了两年、哦、我们在去年十二月的这个12号，由市长这个发布实施，也在议会三读通过了、哦，但法案这个通过实施半年了，请问这个法定的主管机关是桃园市政府，就实施了这个法案，我们到底有些的什么作为？嗯、我想这个自治条例是一个母法的概念，哦、那你们在这个半年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作为？嗯，这部分我们当然整个机制我们就按照这种方式去处理，所以说我们。在语言啊等等的相关的执法哈、啊，我们都也用行政命令的部分都几乎都已经完成哈、啊。另外当然说所碰到的问题，可能是在如果说在各级处的整合的部分，我们也会经过我们秘书长哈、啊。如果说碰到问题，我们的秘书长都会来积极。我想相关的这个执法或办法哈、啊，你们一定要来积极的来去处理了哈、啊。那因为你手上已经给你这样的一个武器了，你要好好去利用了，好好去利用，好不好？好、哦。那我晓得这个像这个有关这个原住民发展基金牵涉到预算哈、哦，没办法一次到位，但是可以直接做的啦，就还有很多啦。好、哦，为了推动自治条例，应该设置哦这个发展委员会在自治条例第四条里面。好、哦，你们到底对这个部分到底设了没？遴选的办法出来了没？哎，这部分我们已经开始签出来，所以说这部分已经会到法制那各机关单位，各机关所设置的任务编组，涉及原住民事务的，还应该有原住民代表的，好，在自治条例第五条，其实原住民事务散布在这个各个局处哦的所有的这个局处都有，举凡这个教育、劳动、社会、民政，甚至法制、公务，好，都有原住民的事务。这些机关你们遴选了吗？这部分相关的，像我们在劳动局的部分都有相关的代表，在社会局有相关的代表，在教育局都有相关的代表。至于在工程部分跟其他像都市发展，那这个部分你好好检讨好不好 ？OK， 好，好好检讨，然后来努力来去推动了哈、哦。那相关的执法赶快去定，好、哦，那请坐。那市长再请教你哈、哦，我想你在5月10号的118次的市政会议，你特别听取了都市原住民族的这个发展计划专题的报告，好、哦，你提出了加强居住、就业、创业、教育跟社团成长的这个等等面向的积极作为，本席要在这边特别肯定你了哈、哦，因为过去的这个首长好像都没有特别关心啊、我们所有原住民这个原住民的事务哦，我想这个在这几个面向哈，其实我在几次的总质询或这个单位的质询，其实也都有提到哦。所以接下来哈，我有一些质询哦，就跟这些议题都有一些关系了哈。我想那个再下一张，我想我们桃园市号称是最年轻的城市哦，年轻的都市的本钱就是很多的新生命可以期待，生孩子不难了哈，那养孩子才难哈。那目前桃园市有25万多的儿童。其中近50000人是2岁以下的婴儿、哦，啊，其实6岁以下的这个学龄幼儿，然而我们在评价托育的涵盖率却只有0.32。下一张图，我们看这一张图哈、哦，因为好像没有办法放大，是不是？没关系，我们看这张图哈、哦，六都哦，
我们的这个涵盖率是最低啦，0.32，好，0.32。我们的公社的民营托婴中心哦，只有三所，这个可收托数哦，有150所，有150人，好、哦，那所以这个台北市是涵盖率是11.61，哦，新北市是3.91，哦，台中市是20.73，哦，高雄市是1.73。我想在这个部分，我们只收了150个幼童，公社的托婴中心只有3个，今年会增加到10个。就算今年，这个时间全部加进去，算是增加10倍好了，仍然有95%的这个婴儿，他们的父母必须为了这个托幼啊烦恼。你虽然号称要培育5000名的这个托育人员，但是没有托婴机构，还是无法容纳。你说让他们居家托婴好了，在1:3的限制下，还是有将近70%的婴儿必须由年轻的家长自行来带。好，这代表了什么？这代表了劳动人口的减少哦。我想，在这个部分，你有什么看法跟对策？来，我说一下多元化的方式哦，解决托育的问题哦，是我们的方向。那个保姆哈、哦，培养了快5000个，那这个在家托育也是重要的。那我们的公托中心，在我上任前不足。我们即将要成立到10个，但是为什么我们会用这个育儿津贴？因为育儿津贴让家长自己选择。那你看到有些指标，它是直接补助公托中心，对，所以它指标就拉高。那我们3000块如果把它附在公托中心，私托我们多补贴3000块，那跟我们育儿津贴也是一样的。所以那个这个是计算的问题啦，不是说桃园哈、哦、在托育政策上没有补贴。我们补贴度哦，比其他各都没有比较少。那我想公托中心的增加，好，包括非盈利的公托中心的增加，一样是我们的方向。我有跟教育局跟社会局都特别提到过说哈、哦，那么只要学校的教室以及哦我们的社区或者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社会住宅，只要能够设置公托中心，我们尽量设。但是我要跟这个议员老师说。即便我们尽量的设哦，它以我们过去刚开始不到1-2家的程度，要拉到100家不容易，好，因为我们现在一口气做10家，所以我们才会用保姆制度加上育儿津贴来做一个补充性的做法。那将来托育要公共化，仍然要跟私托这边还有一些合作，我会把它整合，因为现在中央对这个托育公共化。那么这个部分0岁到2岁到3岁这个区块哦，那么它的政策希望能够增加一点，但是具体上来说哈、哦，预算还没有完全下来，那我希望能够多一点。所以那个市长，所以我也希望说，在这个年轻的城市哦，让这个年轻的父母能够这个减轻他们的负担啦。在平价托育的这个涵盖率哦，我们也希望能够提高哦，不管是公社的民营的托婴，或者是协力托婴，或者是这个保姆的这个协力保姆的制度。好，我来研究一下说，我们把这个量放大。一个是公共的托婴中心，好，公托中心。对。第二个是私立的，有无可能用政策来协助？是。我们现在是用育儿津贴啦。那第三是保姆，保姆仍然很重要。保姆我们培养了快5000个，那这一点吼，3个指标都要提高。所以这个提高之后，我想这个真的是可以创造一个宜居的城市啦，好不好？好，那市长请坐哈。那请下一张，我们再请教育局哈。那目前桃园市的原住民学生在学数哦，光是大学生就将近3000人，2000多位了哈。但是很可惜的。只是提供一部分的奖学金啦，对于原住民真正需要的教育资源却显然付之阙如哈，所以我大力推动能够从中学开始做起，先成立起原住民实验中学，然后成为这个第一个火车头啊，拉动中小学的原住民族教育与一般教育的无缝接轨。桃园市作为全国都会型原住民族最多的一个直辖市，理当设置原住民实验高中，方能彰显其意义跟价值哦。首先，桃园市目前之原住民人口哈、哦、已经有7万多人，在都会区有62000多人，且16族都有相当的比例。桃园市是全国原住民族的缩影，各是多元族群的文化橱窗，有丰富的原住民文化。对于桃园市设置原住民实验高中，给予具体的这个原住民族文化的养分。
哦，台湾文化的魅力所在哈，是丰富的多元文化。桃园市也是这个泰雅族的这个原乡，也有来自各县市的原住民族的乡亲，在桃园创造了新的生活，展现新的文化，设置原住民实验高中，不正式展现多元包容的新价值。且大园不单是桃园的门户，也是台湾的门面。在此设置原住民实验高中，更能彰显台湾族群共荣的理念。随着原住民族人口的都市化这个结构的趋势环顾六都当中，没有一个直辖市有设置原住民高中。国内目前的原住民高中皆设置在原乡，对于都会区的族人而言，设置原住民实验高中是开启都市原住民族教育的契机更是保障都会区原住民族人同样有接受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未来就读原住民实验高中，有人认为可能有标签化的这样的一个忧虑跟质疑然而被过度标签化的，正是因为原住民的身份，而不是学生跟学校所以要将这个原住民的身份，隐藏在一般学生之中将反而导致这个原住民的身份具有负面的这个标签的意义。我们希望能够精英化的教学，破除这个旧的迷失来成就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跟典范。市长，你在施政的这个同时难免会碰到这个困难。针对原住民实验高中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推动？我来说一下政策上那个要如何推动原住民实验高中。那么这个事情从有很多不同的讨论，但是我想基本上原住民实验高中一方面保障原住民学生的多元的这个就学的权利，二方面也是要提供给原住民的很多的潜力学生那个实验班的选项。那第三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说希望能够做民族教育，能够让文化传承。那国教署对原住民实验高中确实比较保留，他认为在平地校区会被标签化，所以他认为只能设在这个原乡地区，像来义高中这样的设置。那我们现在的规划是有平地校区加罗浮校区，所以罗浮校区目前进度很顺利，我们2.2多公顷的土地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变更跟规划。那我们预定要用这个大概，我们希望用这个5亿元左右的这个费用来设置原住民实验高中。但是平地校区的部分，我想有一个比较融合的做法，就是说平地高原住民实验高中让它混合的方式，混合的方式就没有这个问题。要不然原来国教署只同意我们一般的私立高中有原住民的专班，而不是让我们设置原住民实验高中。那这一点有沟通过，那至于比例怎么调整，我们来调。那也让这个我们这个原住民实验高中，它也可以成为一个教育的招牌。是。那多元的民族教育，其实一方面给原住民学生了解，其实也可以给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有些认识啦。这个也不是说专属于原住民学生可以认识而已。所以我想这个用这个新的方式我想推动的阻力会比较小。我想有两方面，一方面来自于地方，二方面来自于教育部。我想我们教育局是承担了很多压力，仍然愿意坚定的推动原住民实验高中。谢谢市长。我想这样的一个政策确实也证明了我们桃园市正迈向这个多元文化的教育的体系这一块。那也特别要谢谢我们这个高局长在之前你开的这样的一个教育4月27号的会议上协调会真的我们很希望这样的一个实验高中能够重新能够赶快的来正式启动，我们比例来调整，混合型的比例调整，然后是不是让它成为一个国际的学校，让我们这个属于原住民南岛语族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学生也都能够来我想这个都是一个文化很好的一个这个方向，确实可以考虑啦他实验高中的班级他不是只有，我想大家也不要标签化，各种班都可以啦。那有没有国际学生可以来，我请教育局也纳入考虑。 OK， 好，市长谢谢。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再继续来努力。那局长那请坐。好，谢谢。那我想下一张，我想针对这个社会住宅的部分局长好来再下一张。我想住宅法今年1月
一月份哈已经这个修正通过公布了哈，这个它的第二条第四项哦，事业主管机关应视原住民族教育及语言文化等传承发展需要，会同主管机关新办或奖励民间这个新办，专攻原住民承租之社会住宅。来，再下一张。在第四条，主管机关及民间新办之社会住宅哦，应以直辖市、县市、辖区为计算范围，提供至少这个30%以上的比例出租给这个经济弱势或者是社会弱势另提供一定的比例这个以未涉及于当地且在该地区就学、就业、居住的这个需求者。那这两条哈，针对原住民的部分哦，过去我在谈原住民专属的这个社会住宅哦，一直从文化跟教育的角度来去谈。那我想中央也同意了我们的论述哦，所以把这一条放进去，放在第二条第四项里面。我们未来有没有机会在桃园设置我们这个原住民的专属的社会住宅？好，那个谢谢。在桃园的都会密集区，本来各族群是混居了啊，所以社会住宅混居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但是对于我们的原乡了哈。如果这个经评估有需求啊，我相信对只租不卖这样的可能有需求。我今天不跟你讨论原乡，我只讨论都会区。都会区讨论都会区。都会区现在应该是做一个过渡的过程了哈，我也就务实跟。那么现在我觉得一开始的混居是必要的了哈，先普遍基本的提供。我想这样子，市长，既然中央住宅法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这个规范了。是不是在我们这个整个社会住宅的中长期的部分，我们来这个找一块适当的这个土地哦，来新建我们这个原住民专属社会住宅？目前哈，营建署是针对所谓原住民专属社会住宅政策上确实还没有支持。好，这个我们老实说，那个法没有设定说是都会区。那他们目前就我所了解，他们都跟我说是在原乡地区，比如说像我们河流部落重建。那我们就原住民专属有原住民风格的住宅也没有问题。那我想这个你要挑战的是说原乡可以，都会区为什么不能单纯让原住民住在一起？过去原住民迁村政策确实让原住民的乡亲都住在一起，那这个政策当然也有很多检讨，因为它是用迁村政策。我们现在其实是采取混居政策，混居政策不是只有原住民混居，是各族群包括弱势家庭也混居，混居政策是避免标签化。这样子，我过去我一直在强调，我们从文化跟教育的。因为这一题这一题确实有不同意见。您的意见我们纳入参考。你们可以好好来去研议这个我们这个原住民的这个社会住宅的政策了哈。那我想下一张我们会有保障一个比例原住民来申请。那我想那个住宅法30%也会包括原住民跟弱势家庭。我现在就是要跟你讨论这个部分哈，我想，这个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你把它放大一下好不好？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桃园市的104年的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家户数哈，总共有20,000多户哦。那实际上我们的房屋自有住宅率大概只有33%多左右。对。所以我们有很庞大的这个租屋的需求跟租屋的需求。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不是30%的里面，我们是不是提供10%的比例让原住民来做这样的一个住宅的这个申请？我们来衡量，因为我们现在还有用租金补贴的制度哈。那目前原住民的比例，我们专属补贴750户，那混合补贴还超过总数价应该超过1000户了。所以租金补贴目前是主流，那未来的社宅的比例我们再来商量。我想那个社宅的比例跟我们原住民专属的社会住宅，我希望那个市长，我们跟这个主办的这个都发局哦，好好的来研议一下，我们是把这个专有的社会原住民专有社会住宅放在中长期的规划，那把这个现在目前即将碰到你们现在准备这个盖10处的4000多户。的比例的分摊怎么去分摊，能够比照这个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需求让它能够做一个调整。好，做一个比例的分配。我们会其实我会尽量考虑到原住民朋友的需求啦，
放心，这一定会有个比例。对，再来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租补助啊，我们这两年都是750户嘛。是的。那既然有那么多的需求，我们是不是可以明年度我们是不是这个申请的户数，我们再往上提升？这个原，我想一般户也可以包括原住民。那750户哈、哦、是只能原住民申请，所以总数可能会超过1000。那我想请原民局来核算一下。因为我们的人口真的成长很快，750户有必要提高。所以我要在这边再一次拜托市长哈，这个原住民的住宅政策哈，我希望都发局跟原民局你们两局好好的合作了哈，把正确的数字，把这个我们正确的这个需求啊，让我们这个这个局处知道之外哈，也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居住在我们都会区跟原乡的所有原住民都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政策啦。那当然，租房子哦，像社会住宅概念是5年就要搬出去了，在因为我们3年3年3年三年三年嘛、嗯、那其实我认为哈、哦、再下一张，我认为哈、哦、以租代购的社会住宅概念哈、哦、才是提高房屋自有率的这个方向啦。我想未来是不是也考虑到这个部分能够纳进来？那个我们现在社宅是只租不卖，那我们3+3+3就是9年，所以可以衡量实际的情况哦。那目前因为社宅推动初期，所以我们是未来的营运管理哦，我们先建立一个基本制度。那将来有无可能在原住民的这个包括租屋或者是造屋哦，或者是那个承购等等有更新的政策，我们可以来讨论。我想这个阶段哦，租屋补贴750户专属我们提高，那原住民的社宅我们会有一个比例。那至于说这个我们将来是不是原住民都用租房子的哦，我觉得我们再来讨论，因为自有率也许可以再提高一点。 OK， 好，我想这个部分请市长跟政府一起来努力啦。我想专属的社会住宅你们也来去研议，好，来去研议这个这样一个这一题，也许我想可以请我们的都发局哦跟原民局哦用这个公听会的方式去研议说到底这样做好或不好。因为目前主流的学者是比较不是很赞成说哦单纯的都会区原住民专属住宅，目前是他们主张是混居型的。那目前内政部营建署也是这个态度。好，谢谢市长。那个市长请坐哈，局长你也请坐。那局长请坐。那个原民局长哈，我来继续问。来下一张。好，也是最后了哈。我想提升桃园市原住民各项权益跟福利的2.0版了哈。我想现在我们的福利政策已经做得很好，我觉得我们还要更好了哈。是的。我想有了这个桃园市发展自治条例哦，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各项的福利可以衍生出来。我想你这个部分哦，你回去哦好好的来去研究一下要怎么去处理哦。我想在台北市哦有很多这个台北市高雄市哦，他们有很多这个补贴的这个政策哦，其实我们应该要纳到我们自己桃园市里面来了。这部分我们会针对我们自治条例里面相关的条文，我们相关的福利政策，我们也都会在执法的部分，我们也会积极来。譬如说我来跟你讲哦，譬如说我讲几项哈，你回去哈，来做一个研议，来做一个补助啊。原住民老人收容的安置补助计划，哦，这个台北市哦，他们已经有了哈，安养者跟这个养护者都有这个补助。然后健康检查的这个补助，老人的部分，再来提高原住民修缮自用住宅的补助。哦，我们原本是多少？我们总共连建构是2000万。我说个人申请啦。个人申请今年是80几户。80几？对。不多少钱？就是2000，总计。个人申请一户多少钱？一户是。10万，10万，修缮10万，建构20万。这个你们再想办法来去调，往上调高，好不好？是的。好，那再来就是说，恢复国小原住民的学生营养午餐的补助哦，这个你们来去研议哦。那再来就是，私立国小的公私立国小原住民学生的这个代收代办费的补助哦，再来我们原住民高中以上学生生活津贴。的补助，哦，那这个再下来就是我们比较重视哦，这个国私立大学的这个学费差额的补助，那个市长我
这个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次了，我还是请这个原民局来去研议做一个补助。因为这一题我问过教育部，是公私立差额是不是全面性推动补助了？是。那我们也在计算说，这个不只是原住民学生，就是说公私立学校的差额，因为读私立学校多半弱势家庭，那这个差额是有的。那这个我们整体考虑，那要不要单独原住民推动，我们也一起来讨论。好好，谢谢谢谢市长。那再来就是，不过我想你刚刚说的是这样，我想我也借由你这个咨询宣布一个方向，我们都会原住民62000人，复兴区有8000人，对，所以我们都会原住民的政策版本很重要。那我想未来今年我会把预算反映进来，是让明年我们都会原住民的这个预算，我想即使没有加倍，至少加成到可非常显著的程度。那我想这里不管是居住、教育、退休、照顾等等这几个指标，我都把它拉高，因为62000人是一个相当的，全国来说是最多的。我想62000人预算虽然很庞大，但是平均到这个平均来去分配的话，我会给这个母数会变小了。没关系，我们其实我们原民局预算已经到达7亿，是比台东的全国最高是台东，台东是不到3亿，我们已经多很多。不过我想都会原住民，我还想要让整体的照顾能够提高，这个会在今年的预算筹编的时候反映出来。好，谢谢，谢谢市长。这部分我再说明一下，因为为了让我们都会区能够变成说各项福利的2.0版，所以说我们这一次也做了一个全面性的调查，做一个普查，让这个普查的资料能够彰显到将来我们在权益福利的。OK， 那个因为我时间关系那个再来就是我们这个就业创业跟一般性的这个贷款的利息的补贴计划还有这个职业训练的这个差额及这个学费的这个材料费的这个补助，以及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补助我想这个2.0版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继续研议了那刚刚市长已经承诺了把这个预算拉高，那你们有更多的资源来去做这样的一个福利政策的一个规划的时候，我希望你们从今天开始就好好的来研议这样的一个福利政策的这个升级，好不好 ？OK， 好，这样好不好？遵照办理。这样子啦，我刚已经特别提到说您讲的包括老人安养，是包括这个学费补贴。我都会来研议，包括像原住民的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的学费差额补贴政策，这个我觉得是有道理。但是我在考虑的是说，是整体做还是先做原住民？那因为确实我看过那个统计的资料，目前全市的原住民大学生有2800位左右，那大概60%以上是读私立大学。那我看到打工率跟中辍率，私大也是比较高。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如果它差额大概在15000块，如果我们补贴一部分的比例对整个原住民的大学生，尤其读私校，它的负担会减轻。那这一点我想我请原民局很精准的来调查数字，那是否纳入我们来考虑。Okay. 那原住民的那个安养的部分，那因为我们现在55岁就给这个我们所谓的敬老金跟老人年金。那这个部分我想安养制度如何搭配做这个我想再跟原民局还有原民会来商量，看看如何有个政策方向。都会型的原住民的照顾体系跟原来原民会 的原来的制度有点不太一样。我想要把这些指标重新做一下。OK， 谢谢市长。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一起来努力了那个剩下两分多钟，不好意思，那个人造议员再交给你好了。好。市长，议长早安，主席早安哈。那个，我首先，我要请问一下那个都发局，我们局长，局长，我请局长看一下这几张照片哈。这几张照片，局长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事情吗？代金，那个容积准代金。大概知道嘛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在台北市每天都感觉会在议题讨论的台北市的问题嘛哈。那我想问一下局长哈。其实局长你也知道公社保留地这个问题是已经存在已久的问题啊。那我想问说我们桃园目前来讲有多少，目前还有多少公社保留地，然后要多久来处理完？如果以你的判断来讲，我们有1000多公顷的公社保留地。对，是。那我们的处理速度呢，你觉得有多久？应该还是说像柯文哲讲的，可能公社保留地目前就是透过容积转以及我们随着公共建设的征收啊。
对，那这样子其实是需要蛮长时间，对，蛮长时间，这样可能我们可能好以这种速度来讲，可能几二三，应该讲白一点啊，可能一百年以后应该都处理不完吧，对不对？对，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这个改变战略、改变做法，更积极一些来处理这个带金的或是容积转的方式。没错，这就是重点。所以我就是说，我知道说局长这之前在有对外有提供说。有讨论说，我们是否也会来桃园，是否也会来讨论走双轨制的议题？我知道，我想问一下局长，目前我们是否有在做这样的讨论？龙基在桃园也走了10年，那我们收下来的容积的价值，就是公告限制也超过200多亿啊，如果是这样，那更不止。对，但这累积的10年公司开不出半条路来，其实显现这个计划啊，这个制度是有些问题要解决。对，没有错。那我们希望更积极的是说。我们走双轨制了哈，一样让过去这个已经有长轨的这个容积转继续走。另外，我们再开一个这个并行轨，也就是说我们收取代金，把这些钱集中起来调度去做公共设施开发，做这个会民众更有开发嘛，更有感受，更有用。所以我已经朝这个方向来规划。因为我觉得多一点方式来做，多一点弹性来做，也许让我们市政府有更好的方式。是更好的资金来运用，我觉得，所以这个部分，也许我们，我们局长可以来这个来研议来讨论呐，是让我们的公共设施保留地的部分来加速来征收，然后让那个贷让资金更活用的运用来做一些新的开辟或者是补偿地主。好，谢谢啊，我们休息10分钟。
好，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是轮到陈丽丽陈议员啊，陈议员时间40分钟啊，请发言，谢谢。啊，谢谢主席。市长，各局处的主管，大家好。这市长这个非常辛苦哈，前阵子还为了公事而身体受伤，啊，今晚人有较好啊无哈？还要再休养一阵子。安尼哦，啊，你就不要那么勤跑基层嘛，哈？对。还要再休养哎，哦，您请坐，您请坐啊，要照顾好身体。在这里呢，很多的这个建议事项呢，大概都属于一种未雨绸缪的一种建议哦。那我这边呢，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基捷沿线新建大楼。之前我提过，说是新建的大楼常常会提出噪音的干扰哦。然后我们的环保局呢都有去做检测啊，经常呢在这里面呢有这个纠纷存在，所以之前我的提这个在提案里面说要我们的这个公务局啊，这个在公务单位呢在未来呢发建造的时候呢，是不是可以要求我们的这个承揽的这个营造商哦，那个建设公司啊，你们可不可以要求他们呢、啊？只要在这个基捷这个不是基捷，就是高铁附近的一个范围内，如果要新建大楼的话呢，都要加强那个隔音的设备。那这一点呢，在公务局来讲，有没有做这样的一个研究讨论？这有关于这个基捷周边的大楼新建哈，那个现在的建造哈是交由都发局来审议，都发局应该对于能不能要求这个都发局呢？对对对，都发局的态度是怎样？好，如果因为这个基捷产生噪音的分贝，如果能够测试，确实是蛮高的哈。那当然我们会来提醒我们建商未来开发计划的时候。他为了产品销售卖给住户，他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会来做提醒。应该要做的，应该是你说的哦，没有白纸黑字的记录是没有用的。这个不是会看看哈，这个不会列入法规要求，但是会提醒建商要注意。你看这边这个就是这个大那个高铁沿线啊第二张的这个大楼，很靠近这个高铁，再一张，他们呢这些都是。很多也都是高铁盖好以后才盖的大楼，然后他们向这个我们的政府反映噪音问题，但是呢都没有得到他们很满意的回答跟处理，所以说我想知道说你们有没有建立的机制？刚才呢这个局长你讲说你们会要求这个建商，可是没有开会啊，没有讨论，你们这样子好像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作为，建商会。以说没有法令的根据，他们可以不做啊，那怎么办？对，我们府内再来做这个相关局处整合一下。然后我刚刚说过，如果是达到跟这个背景噪音呢，哈，这坦白讲，这个东西哈，好，你就看这张隔音效果的这个东西，室内跟室外适合居住的室内的这个音倍呢是40哦。可是呢，如果是室外的这噪音的话，我们要一个这个隔音窗，只有这样子而已。你要要求建商来做，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提出来？后面那一张，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机场的捷运，机场走的路线，你看看，很多都还没有那个建设开发，就是因为我们的高铁带来了这么多的处理上的麻烦，所以我们才会未雨绸缪。希望说你们能够提出来，要求建商来开会讨论。如果你们距离这个一个距离盖的房子，这个音倍要做好。如果将来有纠纷的话，不要找机场捷运公司，也不要再找高铁公司，就是你建商要负责，这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所以我们希望说新建工这个工两位局长针对这一点，你们上次会去开到现在半年了呢，啊那个都没有开会讨论。这样我们会赶快来做。那在沿线如果有涉及到我们开发许可过程都市的审议，那就在我们会中会要求个别的个案来做这个气密窗的这个规划。因为我们民意代表接到这种陈情也很多，然后你们的环保局就拿一个测试器来测啊，没有过。可是真的睡觉啊，真的是受不了，而且真的是住在那里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才会提出来。我讲的是未雨绸缪嘛，对不对？所以局长，你们先考虑到由建商来负责。做好这个隔音的设备啊，至于怎么要求，那是你们的事情，不要说到时候又要找高捷来出钱啊，找那个什么基捷来出钱，这样子我觉得不太好。这一点我希望两位局长，
我这样讲完，你们在做的话，已经一年后的事情了。下次我要看到记录，好不好？哦，谢谢，不然你们这样讲话，等于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讲话，好不好？两位局长是哦，啊，列入记录，好不好？啊，哦，那再来就是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市长啊，在这个月啊，好像有到那个海湖去哦。好，你看一下。到海湖去哦，然后呢，就说我们那个海湖呢，海湖这个工业区呢，是属于呢，这个，哎，是属于报编未开发的工业区。可是这个工业区已经那么多年了，很多的工厂都进来了，然后长时期的制造这个噪音、空气污染，带给当地人非常大的一个生活上的这个压力跟困扰。可是我听说，市长去的时候，市长去之前呢，这个哪一科的局长有过去啊？怎么大家都不听你讲话，就是反对你们，来把这个工业区？因为之前是你解释一下好不好？局发局，谢谢一座哈。那是讲上一次去是有关于我们为了解决海湖坑口的一个连外交通的问题哈，所以我们之前有这个委托顾问公司哈，在这个附近设置一个这个物流园区啦。好，那后来这个我们的规划公司去那边做这个说明的时候，哈，这个有居民反对这样子。那市长是觉得说，如果在地居民是不赞成的话，基本上这个案子我们就不会推动。当然啦，这个有历史的过程嘛，是也是因为过去呢，政府施政的时候，这边呢，它虽然说是个报编未开发的工业区，可是呢，这么多的工厂进来，很多的公共设施也没有做，所以说很多次说要来做一个建设，但是只听这个什么楼梯响，未闻人下来啊。所以说老百姓已经被骗怕了，所以当局长你要去做说明的时候，没人要听啊啦，原因是这样子。那现在市长也就接着过去跟大家讲，我们这里呢就不开发了，可是这个工业区是存在的，这个污染也是存在的，工厂都是大车子进出出啊，所以说你这个马路不做，那这样子就因为不开发，当地居民他们还是有生活上的需要，所以说我这里在建议说，这个中俊街啊，你看它前后啊，前后临着这个滨海路，一个就是海湖东路，来你看一下第二张。这个整个中俊街呢，从这边的入口，好，在第二张，哦，你再可以看到这个图上显示的，哦，图上的上面一排，左边到右边，我们这次沿着路一直过去，一直拍照，是有窄有宽，是有地，你看上面地那个右边右上角那一张，路又那么窄，然后往着它前面一直走，走到左下角，哦，下面这一排的左边这张，哎，前面又拓宽就看电线杆。旁边那边一个黄黄的是什么？我们靠近一看，就是下面中间这样，原来是个土地庙，小土地公庙旁边路这么小，你再过再往前走，啊，这个路也是这样子的窄跟杂乱无章，哦，都没有说一个很好的整理。我想就一个，不管是不是工业区，哦，工业区本来就是要把那个大马路做好，让车重车可以进出。可是你这边虽然说是报编未开发，可是事实存在都是工厂林立的情况之下，在这里本席是不是建议这个中运街想办法给它拓宽？好，这个我们来这个规划一下。规划你会不会到时候讲说没有钱？我想经费的部分哈，因为今年前瞻计划里头有针对工业区的这个公共设施的部分哈，他们有提列这个预算，那我们基本上会把这个部分呢，这个把它放到计划里头去跟中央做争取。你们还提出来了说，要那个要里长和发展协会理事长，你们先去做沟通，先跟地主沟通。啊，开马路是政府的事，又不是我里长的事，你们怎么会把这种责任交给里长呢？请解释一下。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没有跟里长做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吧。因为这个，如果真的我们规划的结果是有确实有必要去做的话，基本上我们应该是比较关注的是经费从哪边来。我想绝对不会在行政的程序上面，绝对不是说由这个里长去跟地主说明的。我觉得这个从整体的规划来说，应该不会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会相信里长，因为我会像他们百姓一样，我也不相信政府。
这一点怎么样取信于政取信于百姓是非常重要的。像周边呢这些什么长生电厂啊、台电风力发电厂、林口发电厂啊，这些呢他们呢都有回馈金，这也可以挹注在这里面嘛。不然这些回馈金这些工厂的设立是伤害了这个当地的这些居民，就回馈金拿出去全桃园市的人在用，好像感觉上也非常的不对。这回馈金不是全桃园市的人在用啊，是看看这个它影响的范围。怎么不是桃园市的人在用？像比如说这个芦竹区，它本身也会有这个电厂的一些回馈金，哦，那这个部分是用在那个芦竹区里面啊？也没有全部用在芦竹区啊，都有会保留一点在政府手里面啊。我怎么不知道这些事情？你不要跟我糊弄。我这边讲的就是说，这条马路需要你们要打通，好不好？哦，你去过那现场看过了吗？去过，去过了。有多长啊？这条路？你说从头到对呀，就是没有拓宽的部分吗？就是从海湖东路啊到滨海路这一条啊，它前后还都给你拓宽了一点点呢。滨海路那边那一段还有拓宽一点点呢。距离的部分，可是中间就是这样窄窄小。距离的部分我没有注意，有多长距离我并没有注意啊。不过这个，我想这个议员有如果关心的话，我们会来规划。这边哦，是不到两公里，应该可以算一算，大概预算要多少？赶快解决他们的困难好不好？好，哦，谢谢局长。我这个下次我要追踪啊，好，请坐。好，再来我想了解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交通局哦，我们看一下哈，候车亭全面资讯化，这个呢，图上显示的呢是两张的智慧型的站牌哦，这个左边，右边，左边这一个呢是适用在这个有候车亭的，而左边这个是在没有候车亭的。是的，局长这样对哈？是的。啊，那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我这样问你的话会不会太大的问题？有多少这个智慧型的站牌啊？我们桃园市。嗯，详细事务我要查一下。要查一下哈。对。啊，这点候车亭的部分，我们陆陆续续大概已经设置了将近100座，那后续我们一年大概会再以20部的这个速度来增建。这是你们的一个规划就对了。是的，反正有好的东西，我们就慢慢给老百姓来用嘛。是的，哦，那候车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候车亭还不错，你看看它上面呢又有这个智慧型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公车的这个路线的这个动态哈，哦，而且会告诉我们几分会到。哦，这个不错，而且你看他那边的座椅上面呢，哦，你们还公家还可以贴一些文宣的活动。那个左边这边呢，还有这个路线图，哦，这是这个公车亭做的还不错。下一张，那我们再看这两个公车图，你看的上面写的很清楚了哦，乡公所设立的公车候车亭为什么不弄呢？还有私人捐赠的公车候车亭为什么不装呢？我们会逐步来推动，因为它事实上还有一些要去租用的这些那个 WiFi 之类的，所以我们会逐步来推动。我来告诉局长哦，您的你们的承办人员碰到的问题，您来帮忙解决好不好？好的。像右边这个公所设立的公车候车亭，这个地点都是人口稠密的地方。哦，人口稠密的地方就是吉林路那一带，听说我们市长也是。公寓也是在那里，应该晓得。这个呢，右边这个公车亭呢，承办人员去说那个承载不够，所以不能装。哦，我不知道你们那智慧型的这个设计，那个是多重，有多重，局长知道吗？嗯，这个会后我来客服。你也不知道是不是？结构应该没有问题，结构上可以用加强的方式来处理，没有问题。可以用加强方式来处理。是的。非常好，那我再问一下，那左边那张图呢？为什么它不能装呢？原因是什么？我告诉你，因为那个候车亭太矮了，人走过去会撞到头。是的，现在规定要2米1，那个下来的掉下来的地方要2米1以上。哦，这样的一个。对。那我请问一下，你这个设计的这个装置，就一定要摆那样，它就不能摆平的吗？不能摆平的吗？摆平的就是这个停车候车亭的，等这后面墙壁针就摆在上面，这也可以啊。有，但是我们也有在考虑，因为这样对旅客来讲哦，他在等那个车的时候看会比较不方便。
是你讲的。有些我们有在考虑是要怎么去那个，那个赛事大小。你若无遐尼济，你若无想要做，你就讲，你莫讲遐个理由。现在百姓大家拢需要迄个物件，你即马讲啊，迄伤矮袂用按，啊，迄个伤重又搁倒袂起来，迄拢恁的理由。拜托的，爱家克服好不好？好的。啊、我甲你借问一下吼，前排没有？啊，这两个公车亭哦，刚才我们前面那个是。前面第一个的呢是公，是我们市政府装的，这一个呢是乡公所的，所以都代表政府哦，你们要管理维护。那我请问你，刚想私人捐赠公车候车亭，这个是不是有列管？是我们要维修吗？嗯，我们基本上不排斥，如果说有反应，我们都会去处理。我的意思是说哈。这个私人的候车亭哦，有时候我们要做的时候，还得用到私人土地嘛。人家愿意配合提供土地，我们是非常高兴。那我只是说，有没有纳管？有没有纳管？我们会来纳管，嘿。需要纳管吗？嘿，需要纳管哈、哦。是的。所以说，你这边可以统计出来说，我们的整个这个候车亭，私人候车亭有几个？你可以告诉我吗？会后我会跟易座报告。啊，会后再提供资料给我。那我们再看这一张。这张呢，也是我们市公所的候车亭，学生在那边看书。那上面呢，还有那个系统，智慧型的系统非常好。可是我为孩子担心。你如果说我们在座，你们前面有荧幕的话，你应该可以看到我刚讲的维护哈、哦，维护修理。学生坐在那边哈、哦，坐在那个生锈的亭子底下，你们看得到吗？这个上面看得到了。那个铁通通生锈了，也没人管。孩子坐在那边底下那里啊，屁股坐在旁边那个通通生锈了。我刚请问了，公家的候车亭要维修，啊，你们有没有在注意这些事情啊？如果那个有反应，我们都会。没有反应就不要管吼。那你怎么叫维修？所以哈、哦，这些东西，我希望是哈、哦。你们这样等于是一个被动式的，有反应才会管，没有反应就不知道嘛。那这样子可不可以发挥一下我们这个基层里长的一个工作哈、哦，让他能够注意，在你辖区里面，你都不要你上多啊，哪边有候车亭你都知啊，像这就是爱修爱盖嘛，啊那也无人去注意嘞，啊哪出代志向要负责啊？好，哦啊，这是个缺点哦。好的，好。哦，这个，那你有没有想问说，议员他这是在什么地方？还是你自己去查？我会查。还是我会后再告诉你。谢谢。所以这个哈，我希望说我们交通单位要注意啊，这候车亭啊，哈。好。刚才那个是光明国中砌的漂漂亮亮的，这个呢是另外一个国中啊，就这样子没人管，实在不好。好，那我们再讲啊，这个马路上啊，刚讲候车亭，我们再讲这个站牌哈。既然哈，我们呢都有这些智慧型的站牌了。那请问哦，这些站牌哦，你看这南翔路、南坎路都是人很多的地方。这些站牌，在这个104年呢，我们就有建议说，为了市容整洁哦，这些呢最好都做一个处理。可是你们没有动作。那现在已经有智慧型站牌，这些可不可以处理掉？不好意思，是这样子哈、哦，那个智慧型站牌是。我们之前陆陆续续推出来，那个是当时是有一个计划在处理。那我们现在是在看它的后续执行的状况是怎么样，因为像中华电信或者其他厂商有时候会说申请一些那个工业局或者是相关单位的那个形式来哈。但是我们经过评估以后，我们是希望说将来哈要推动的时候是让市容的景观跟那个站牌的形式啊都一致化。那如果说到一段落的时候，我们会决定采用哪一种自治化一次推动，要不然这个之前是大概有100个，然后后来又要再增建几个哈、哦，这样子的话会变成有很多形式，未来会。局长，你可不可以简单一点回答议员，就是说，只要有做智慧型的哦站牌，我们就把这些立牌给它拿掉。好，没问题，我们会全面检讨、哦。因为你智慧型的站牌上面就已经写了非常多的班车的号码了，哦，它几点要来，你都还放了这个东西在上面。那这些，那我再下一张。这也是哈、哦、南坎街上的。刚才呢，我跟你讲那个候车亭，右边那张图，
就是那个候车亭，生锈的候车亭，他也做了智慧型的站牌，所以前面这些站牌都可以拿掉嘛，是不是？哦，那这些站牌，我就想说，这些站牌有什么大有啦、三重啦，还有公所的棉巴啦，还有长荣、桃园，可以通通都有。请问交通局这些单位跟你们有没有关系？他们申请要不要跟你们报备？啊，对嘛，他们要看你们的态度嘛。啊，怎么你们怎么回答说啊，这是客运公司的财产，所以我们不能去拆，或是他们不肯拆，我们也拿他没办法。一个站牌就把公交通局难倒了吗？不会，不会哈。会来处理。会要处理哈。是的。如果说他们不处理的话，我们叫清洁队去处理，处理费用会后找他们要，这样好不好？是的。我们总要想办法嘛，啊，不然的话，这个市容怎么去整洁？我们的这个长官都一直希望说，我们的这个芦竹乡啊，能够这样子的，既然是已经国什么国之名门呐，啊，希望说改善这个市容，这个就是一个市容，马上立竿见影，就可以看到效果。啊，这个交通局长哈，你要注意好不好？是，谢谢。啊，什么时候可以做哈？会后调查。会后下去，我会前面处理。啊，会后再告诉议员就对了，还是那一句话哈。我们只是说提出来，我们有注意到你们该注意的事情了。是的。啊，不然我们那么辛苦，整个去照相，太累了。哦，好了，局长，就看你的这个努力的程度了，好不好？好，谢谢。好，下一个议题就是我们的环保科学教育馆哦的一个设置的可行性哦，这个也是一样。哦，之前我上一次会期呢就有提出来，那这个环保科学教育馆，环保局还告诉我们说有十个环保教育场址啊，虎头山啦，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这个叫什么单位的 啊十个场址，我都不知道这些场址要做什么用哈。那我们就参考一下人家这个内湖的这防灾科学教育馆。好，下一张。因为你要知道，当灾难发生的时候要怎么处理嘛。所以呢，像这样子可以让小孩子啦，去实际操作啦。这点在我们桃园来讲，我记得我们消防局也有办一些小孩子的这个夏令营，让他们来参与哈。那这个消防局在这部分来讲，我必须说做得还不错哦，做得还不错。那这个我们的这个环保科学馆呢，应该比照消防单位这样弄这个科学馆，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子去预防一些危害环境的，或是说怎么样能够尽一份我们这个地球一份子的力量。在这里呢，我也想要请问一下哈，我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环保局，这么多的这个废弃物的回收哦，这些都不是环保的场址，是不是？跟议座报告哈，这里面很多都是我们公告回收的项目，像家电，像容器，像轮胎，这个都是我们公告要回收的项目。是。那目前环保署有一个回收基金管理委员会，他们会来用回收基金来补贴这些回收商或处理厂经过认证之后，这些物品确实有经过循环再利用，就可以领取补贴。那这些厂址不是暂存厂，可能就是部分的处理厂。所以处理厂你还要给他补贴。他们如果有确实处理公告应回收的项目，他可以透过环保署的回收基金领取补贴。那主要用意就为了加速也能够畅通整个物品的一个循环的系统。好的，就是说一方面也是物资的再利用嘛， 是不是？是。像你讲那个中台资源这个科技公司，是在观音工业区里面，对，它也是我们的资源回收。它不但是我们的观光工厂，也是我们的环境教育认证场所。刚刚一座提到的十处场所里面就有这个地方。对，所以说这个场所你希望谁去看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市民，我们希望其他县市也都可以来。中台资源科技公司是全国最大的日光灯管的回收再处理厂，它目前是环保署认证补贴的工厂。可是呢，你们的记录告诉我们啊，去看的人很少啊，那效果如何达到？跟预作报告，上个礼拜我还去过，我想这个工厂是值得推广的，他们的确有很多环境教育的一些设施可以跟孩子互动。
那我们到现场去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做现场的实验，比如说我们人体里面汞的含量有多少，它可以现场帮我们做测试，剪我们头发下来做分析。啊，局长，你讲的蛮多的哈。是。但是如果你能够像农博这样做宣传的话，大家都会去看。其实市长很重视这个环境教育部分，他也请我们市政府啊各局处要来盘点。我跟你做报告，我们现在有十处的认证场所，我们目前也列出了这个潜力的名单，大概有15处。刚刚一桌一开始讲到台北市有一个消防防灾的一个科学馆，非常好。其实我们消防局这边在明年的十月有一个八德的这个消防馆也会成立，将来我们也会辅导这个场所变成我们的环境教育认证场所。环境认证场所，也就是需要大家去看。那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要去懂，懂了以后你才会来环境教育真的是往下扎根，值得推广。那我想请问一下，之前我们去日本参观了，然后他就告诉我们很多的常识，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知道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怎么样的去注意环境的维护，还有就是说怎么样的呢知道说这些东西回收它可以做什么啊。那我想问一下，是这个你知不知道我们的一包卫生纸啊要几个牛奶盒罐来做？意思我想那个哈，我知道卫生纸有大包有小包了哈。对对对，我们要讲一般的容量也不一定哈。OK， 好，你说不一定，那我跟你说嘛，好不好？他是拿着给我们看，说这一包卫生纸就是三个牛奶盒罐啊就可以做了，所以说就是资源的再利用啊，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其实牛奶盒里面其实还有一些包装，还有塑胶膜等等，它经过分离之后，它可以做成一些再生的产品，像永丰鱼工厂、正隆纸工厂，他们都有在做纸的回收。像我刚刚报告那个中台的部分，它的玻璃也是回收再利用。不错，那问题就是说要大家去看嘛，去看的人有没有定一个目标，一年要多少人看嘛？不然这个工厂连你们的回馈金，然后去看的人又不多，或是环保教育学生又没有去，光们给大学生的研究人员去有什么用？是。小学生就要开始做了啊，对不对？尤其我们政府也要推动嘛， 对不对？我们应该来推广。其实现在那我想请问你，像我们讲的这个纸张哦，纸张，这个一本簿子，我想请问你，我们一本纸张它这个都是树木来做的嘛，哈，书嘛，哈。那这个一棵树呢，要我看资料上讲，一棵树大概要10年，要种10年才能够砍下来。看树种，对。对，看树种，有很多种树种哈。那最少呢，它就要10年才能够砍伐下来做这个纸张哦。那这个我们呢，那一棵树呢，它所做的这个纸张可以做出多少的纸张总称啊？我跟玉作报告了啊，其实树种树的目的其实主要是做建材。那一般我们在利用的都是用边材的部分来做这一个，就是说树种拆下来的边材，我们再来做一些纸的用途。没有错，那纸也可以用回收之后再来做，所以很难去估计说一棵树到底要做多少纸。但是呢，我们这边有一个报道，一个依据哦，也就是环保的一个尝试。就像我们这些纸张哦，22公斤重的话哈，全部加起来22公斤重的话，需要一棵树。来做，对，我们在宣导是我们这样说，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想说，哦，一棵树它能够提供22公斤的这个纸张的量，哦，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现在地球呢，因为这个环保的意识抬头啊，大家都希望说树木尽量保留，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每天呢，每秒啊，有6个足球场大的这个森林在消失啊，所以这环保工作非常的重要，对，非常的重要。你们再看后面那一张，在后面那一张，哦，这个资料我不知道你们桌面上看不看得到。这张资料呢，就是我们市政府啊，哇，一年来用了这么多的这个纸张量啊，用了那么多的纸张量。那我其中就拿来算了一下哦，你们那个这个实在要节能减碳啊，从这边本身要做起。我们的桃园市政府呢，各局处呢，跟区公所的这个刊物啊，你看，他们呢只有2种是没有电子书，其他通通都有电子书。你们不是要节省公文简化吗？那干嘛印这么多的东西出来？我只是拿了80万册，啊，桃园的市民手册来换算了一下这个
到底我们砍了多少棵树，用了多少棵树，你能够马上算出来吗？我跟你做报告，其实像我们市政府的市政会议，我们一级主管开会的时候，我们都是用电脑，我们也不要再印纸张了，我想这个是值得推广的啦。哎呀，就是这个意思嘛，我就是举个例嘛，这个市民手册我还称过了啊，一本多重啊？不重啊，才35公克啊，我都算过了。可是80万本啊，加起来是多重啊？可是因为很多家庭28000公斤重，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方便，它是必须要个纸本比较容易翻阅。你不要打断我讲话，我没有问你这一点，我只是说这个市民手册需要，可是呢，它就有28000公斤重啊，砍了多少树啊？砍了1000多棵树啊。那其他的这些东西需要这样子的浪费吗？需要这样子的一直印制这些东西吗？这些谁会收起来放在书柜里面？请问你们，我们这本市民手册这么好，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的这纸张呢？跟议作报告，然后这个市民手册里面还有很多的农民历，我记得说过去啊，乡公所也会做农民历，农会也会做农民历，然后我们市府也要做农民历，一些庙呢也要做农民历，是不是这些东西太重复了？所以我现在是站在环保的立场来让我们各位局长知道说，哦，这个纸真的是虽然轻轻的一本书啊，才四十几公克，可是整个加起来是这么多的棵树木才能够来应付的。而且呢，我们虽然说植树节，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种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种树。那个种的树啊，我刚讲过了，要几年才能够用啊？当然是看树种啊，最少要10年嘛，都来不及让我们来用，根本就来不及应付我们的需求。所以说，是不是我们市府呢，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啊，这个也是环保教育的一种。我们呢，前一张。我们呢有这个环保的科学呢，这个教育馆让大家知道资源的重要，要爱护资源。所以我建议是能够弄个环保科学教育馆，放在哪里呢？就放在我们芦竹的这个北区的水资源回收中心那附近。如果这样子的话，学生呢去参观了，了解了资源的重要，要爱护我们的地球，然后也可以去参观水资源回收中心。这是我看到这个刊物这么多，我觉得真的是不要浪费了，所以我特别的提出来，好不好？环保局长啊，请局长请坐。好，谢谢，谢谢一座。那在这边呢，我想要再请问一下我们的市长哈，市长你坐的，我听得到你的声音。好，没关系。我们桃园，你刚刚那个环保科学教育馆不错。我们来仔细研究哈，设在哪里？仔细研究设在哪里？对，那个北区水资源中心哦，也会发展成环境教育的认证场所，这一点放心。将来的学校跟政府啊，都可以在那边进行环教。那如果土地仍然可以盖的话，我们再来研究。对，我是希望说从小就开始了解环境的重要，大家身体力行。那我们市长也要带头做 好不好？好，好，谢谢你哈。那我们呢？请坐。我们呢，这个桃园市啊，有山有水有海的一个区呢，大概只有我们芦竹区了，大概只有我们芦竹区了。我看市长的市政报告里面呢，也呢要发展了我们这个芦竹区，所以他有重视呢，这个有重视我们什么大小谷山啊，重视我们乌九桶山啊。你看看那个竹尾渔港，每次的渔仙节办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哈。那我们就建议说，是不是以这个三鼻站啊，两位局长请坐，以这个三鼻站啊，现在都已经机场捷运了，已经通了哈。那边进出做机捷的人非常的多，也都是我们的一个门面哦。人家常常说，机场出了机场。过去没有机捷的时候，人家不过是坐着车子经过高速公路，一号高速公路就上台北去了。但是呢，有机捷了之后呢，这个大家会走这个南山路到三鼻站去坐车。这三鼻站沿线呢，你看看，从三鼻站这个出来哈，往西北呢可以往竹尾渔港啊，往北可以大小谷山啊，往东呢可以到五九桶山。当然呢，我们往南，他们出了站。
看的是那个这个南山路。那我们是建议说哈，能不能够哈，这几条路线呢？既然市长有重视哈，我们也特别去看了。第一个是哦，希望说这几个地方能够有设置这个 U-Bike 啊，尤其我特别的在这个题目上写的是公共自行车的交通网路哦。既然要提供我们一个这个美好的一个休闲的，让大家看了就喜欢的一个环境。我想呢，这个怎么样把公共自行车交通网路给它做好？这点呢，我想在这边来提出来。你看看我们的这个第二张的这个照片啊，这个呢是往三角方向的一个照片，这是往南崁方向的，这个往南崁方向的这个山，这个南山路，我想请问交通局长，为什么那应该是养护工程科的，为什么那个人行道做一半就不做了哈？南山路做第三段、第二段为什么不再进行呢？这是养护工程科做的吧？人行道，是，对不对？承办人有没有告诉你为什么怎么做一半就不做的呢？还是要会后告诉我原因？嗯、好。我不好意思，这个我没有掌握。我在一直讲说水务局要重注意啊，就没想到你这边没有注意这一点。这条路啊，我讲了人行道要把它做好，三段二段已经做好，三段二段还没有做，为什么？不知道，听说是经费不足，会有这种事情吗？这个局长好好下去了解。是。另外呢，我们希望说把南山路呢，它能够接到南崁路到经国路这边来，所以我们一直都很希望说这个路呢能够呢。往南崁方向的时候能够比照经国路这样子哦改善哦，成为一个示范道路。那就眼前来看的呢，上天空挂着电线哈、哦、然后呢这个我们希望就是说它能够电杆地下化，另外呢就是能够三杆共构。这个局长是哪三杆啊？路灯和耗资，还有一些电啦，路灯啦、耗资啦、一些指示牌啦，哈，什么限高限速那一些指示牌，希望都能够像我们的经国路这样，当做一个示范道路，把它集中在这个中间，这样子是一个人家出了三鼻站往桃园走，感觉是耳目一新呐，而不要说。怎么这看起来不是像一个国际的一个给人家的一个印象嘛？这一点哈、哦，这一段因为刚好在区段征收的范围里面，会整个一起处理，要整个一起规划处理。是我们希望说往南崁方向能够做到这样哈。好，那再来就是往那个五九桶山的方向哈，五九桶山的方向，我们希望是沿着这个基捷桥下呢做一条路过去哈。那现在听说已经有人在会勘了，那是做马路，我们希望把自行车道考虑进去，好不好？交通局长。这个也是我们在规划的哈，这个有基捷大道的规划哈，现在也在向中央争取一点。好，再看后面那一张图哈，你们看哈，这就是说基捷下有一些已经铺好了。那右边这一张呢是，你看五九桶山后方入口，你看看那边有一张绿色的指示牌在中间，对不对？那个指的哦，不是说五九桶山方向，那个指的呢是哈、哦、我们的三比里十二零，所以说来到这边的人指示牌不清楚，根本不知道五九桶山在哪里，所以这一点呢希望能够加强，好不好？ 好。另外哈、哦，往那个大小谷山再继续往大小谷山呢，有部分那个往山外路走，往三角街走，这些呢有的有弄自行车道，有的没弄自行车道，所以说呢会造成这个骑车的一个危险，我们希望你们能够也加强。好，再下一张，一直往那个武圣街方向哦，这些都没有自行车道，所以说我们希望呢你们能够注意，往大小谷山这上面是有自行车道的规划，可是前面都断掉了，希望你们能够改善，好不好？好的、哦、我都已经给你们照片看得很清楚。最后一个就是往竹尾渔港的 U-Bike 的延伸方向，我们希望的就是说、哦、你们、哦、那个这个机场后面呢，机捷后面是个停车场，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个顺着机捷桥下能够架一个桥过去，因为那边是一条那个坑子溪，如果不行的话，经费不够的话，下一张
我们建议是往三角桥方向去延伸哦。上了三角桥就可以走，就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小图哦，这张照片。这张照片现在白色这一段呢也是路，可是是私人土地。我们如果能够办一个征收的话，你知道吗？这个私人土地的尽头啊，下一张一直延续到那个海边呐、啊，都是很漂亮的自行车道的已经弄好的。所以这一点呢，因为那边的土地呢都是水务局的，所以希望水务局长哦，把周边的杂草啊能够弄干净，好不好？好，我们马上处理。还有呢，你看那个大卡车也都在那个自行车道上走哦，这个是不对的哦。我们希望说你们能够现场呢想。好，谢谢，请坐。接下来我们请张兆良张议员啊，张议员请发言，时间40分钟，谢谢。好，谢谢议长哈。首先那个市长，首先恭喜市长哈，我想说六都的民意度啊哈，就是第二名，而且哈，我们这几年来，这两年半来，我们的人口增加了10万人，表示说我们市民啊对我们市长的信赖与肯定啊，首先恭喜市长。那有些人几乎我们最近呢哈，每个局处的工作报告本期都有来，但有些事情还是要跟市长讨论，请市长来做最后的一个支持跟来协助哈，就针对12年国民教育啊，希望本席希望说采取啊一个齐头式的一个平等了、啊，就说局长，就说我们现在就只有教务所的148万了、啊、没有哈，只有就是我们公立高中的148万全部都念普通高中，148万以下的没有补助，然后以下的有148万以上没有补助，然后148万念私立高中有补助5000块，那你上次给我的资料是说我们将近有5000个学生了哈。5000个学生没办法补助，事实上我们只要再花4346万我们就可以做全额的补助。那我们是不是这个部分，我们想说我们教育局的经费啊，是不是这个部分假如说我们再花4346万的话就可以，就说只要我们桃园市的高中生，不管你念高职，你念普通高中，你念公立高中都能受到补助。不然你现在念公立高中，尤其我们现在有十几所的公立高中啊，那一到注册时间一摊下来哦，有其中有8个人就说没有受到补助的。好、哦，所以说，那你因为你的家庭啊，你家里比较有钱或怎么样，让造成一些高中生的学生也就是说啊，因为你注册有补助，我注册没有补助，感觉上是这样。那我看金额并不是那么高，局长这部分是否来努力一下？跟议座报告哈，这个金额我们如果说9所的国高再纳进来的话，这个金额可能还会再增加一些。那我希望说哈，因为这种教育哈，我这不是一个福利，不是一个福利措施了，局长知道吗？我们应该补助他，并不是因为教务所的148万，他生活就很轻松，他可能有很更多的支出要抚养老人家，可能家里有其他的原因。我们应该就说这种教育支出不是一个福利的支出。假如说将来我们私立高中进来以后，其实我觉得说，这是你给我们的数据了，大概这5000个学生哈没有受到我们的补助哈。事实上，他假如说能念公立高中，我们是应该提供更优渥的一个哈类似哈注册费哈，给他能够来安心来就读。希望这部分你来努力了，好不好？好。第二件事情了没有哈？就是针对体育大学有没有哈？体育局啊哈，针对体育大学哈，我们那个造价1.7亿的游泳池，本席也曾经就教过你了哈。四大运比赛在8月31号以后呢，啊，就整个要拆除嘛，对不对？那拆除以后呢，本席是建议了哈，我们区里面已经有很多。那个国民健康运动中心，国民健康运动中心里面大部分都有游泳池了，几乎我看几乎都有了。是不是说针对没有像这个本席去专门去看了一下，非常的漂亮哈，而且呢做得非常好，1亿7000万。那在8月30号完了以后，他确定要留在桃园市，那你有没有一个评选的机制？到底他要放在什么地方？我是给你建议，我们龙潭呢没有那个国民健康运动中心了，啊。首选、啊、是可以说建议放在龙潭的体育园区。这个放这个东西一定要顶盖吗？局长，你说一定要顶盖吗？我跟议座报告一下哈，这个四大运的主张式活动式的游泳池啊，一个是标准的50公尺，一个是25公尺。那一定要适当的土地嘛，龙潭的体育园区可以说非常的宽嘛。第二个点也是可以了，就平镇的高双路那旧的游泳池有没有？它已经年限很长，可是我去看了以后，它的长度宽度都不大够。事实上还有土木工程还要来施工、啊。我跟议座说明一下哈，这个我们已经会同台北市政府，还有协力厂商以及建筑师在体大会看过一次。那另外会看完了以后，我们再请。这个协力厂商以及这个建筑师，还有我们体育局啊，已经在4个点，包含平镇游泳池、中平游泳池，
还有我们的新屋高中，它要盖一个多功能运动中心，以及我们的平镇高中旁边的一个文教用地，还有新富公园。对，你现在都是空地嘛，对不对？我希望说你把龙潭的体育园区嘛，那因为龙潭体育园区这个土地已经取得了嘛，而且停车也方便嘛，而且目前那边就是一个棒球场，其他都还没有建制嘛，是不是？我要跟一座报告，因为龙潭体育园区跟龙潭运动公园哈，我们是二合一来做一个规划设计。那这个四个点，我们这个已经会勘完毕以后，要由这个建筑师跟协力厂商做一个评估报告。你是说一定要有个顶盖？你现在讲都是一些空地嘛，对不对？包括高双路那游泳池也是个空地嘛，它也没有顶盖嘛，是不是？你设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定要有个顶盖？当然，台北体育大学这个是有顶盖。原则上当然是有这个，因为你要顶盖的话，照在室内会比较好，而且它的保固期是十年。那这样子的话，维护管理会比较好，比较那个寿命能够延长。那事实上哈，不是说我们说的算。局长，我讲一个精神了哈，我讲一个精神了哈。你讲的什么芦竹啦、桃园啦、平镇，事实上哈啊，平镇当然平镇我们很支持了哈。其实它都有国民健康运动中心，它的游泳池数量已经非常多了。我觉得说你应该尽量给它平衡，对，我们就是考虑到南北平衡。而且事实上你都要盖顶盖嘛，对不对哈？啊，事实上我就给你建议啊。龙潭体育园区，它土地、停车，而且规划上都蛮方便。我希望说你把纳入，一座我们纳入考量哈。我不晓得你的机制怎么样、啊。因为那个四个点已经在这个评估当中，评估出来以后，我们还要再针对经费还有时间点，因为它的这个8月19号到30号结束以后，它是10月份才会拆，拆了以后呢，必须要马上组装，因为那有22子货柜，总计1亿7800万。那这个我们还会再跟市长做专案报告，因为评估出来以后它的可行性我们还要再做一个这个评估。这件事情呢，这一题有这样子，我是这样一个结论的哈，优先有国民健康运动中心，不需要再叠床加屋，也不需要再锦上添花了。今天有了嘛，对不对？你又再去做，是不是有那么多游泳人口？有些没有的，好，比如说，当然我是独后我自己的选区龙潭嘛。啊，你假如说新屋没有的，我们也是可以，但是希望说把龙潭、把新屋这没有的，好，你应该把优先纳入考量，而不是其实花钱是一回事啦，但是你应该坐在需要做的地方啦，而不是说取便宜形式啊，那边方便做，我就把它塞进去。这样子好不好？我跟一座报告，因为哈，这个在已经在3个礼拜前会刊完毕。那一座这样讲，我当然把龙潭体育园区，我再找这个建筑师哈，再去会刊一下。但是要等这个评估报告出来，这个评估报告出来，如果四个点都不行，我们还要再找适当的点。那你再努力加油了，好不好？我希望说龙潭把优先做评估啊。假设因为你有启动评选机制。啊，因为它的地点，因为它的停车，因为它其他功能得分比较低，那我们鼻子一摸，假如说真的没有一个适当的一个点，而且它是非常标准的，好不好？那个离交流道也非常近。因为这个是只有唯一的一个这个协力厂商跟建筑师，要由他们说了才算。好，那我就你就积极来评估嘛，好不好？了解。第三题啊，我就觉得说我们卢局长，我希望说哈、啊，能够落实啊哈我们的那个龙潭跟平镇的一个社会住宅的一个正义的。现在房价居高不下，大家晓得我付出啊，最近这几个月来都有那些来申请那个租金补贴的，他可能是因为房东要换租约或怎么样，为了4000块哈，真的是跑上跑下，就是为了争取那租屋的补贴。包括年轻人他租屋啊有困难，那我们希望说，当然现在我们的国宅那个新那个社会住宅处也盖了好几个地方，但是我觉得现在盖的地方啊都是非常好的地点，不管是大竹、八德啊，不管是桃园，都是非常精华的地方。但是以我们龙潭跟平镇来讲的话，因为龙潭跟平镇年轻人，他比如他在华映上班，在友达上班，他抽签抽到不可能跑到大竹去住，也不可能跑到桃园住，增加他的生活的费用。所以我希望说能在龙潭能在平镇了哈，能够设立这个住宅。那本席呢也去现刊了3个地点，第一个在我们龙潭的那个大石旁边金融路有一个国有财产局的土地，大概800坪左右。平镇的部分呢，平镇的部分呢，在我们的那个通信学校旁边，还有一个在我们的金陵路，两个呢也是国有财产署的一个土地哈。本席是这样建议的哈，或许你会跟我讲说买土地要花很多钱，但是我看你贵企给我资料，就以龙潭来讲，800坪的土地啊，50年的租金才3000万，平均一年的租金才60万，一个月换算回来才5万块，是不是？我们来推动这个社会住宅，在龙潭平镇，我们来推动，我们可以用50年长租的方式。假如说你如果说经费上跟国有财产局买起来要很多的经费，啊，因为你现在盖都是无偿取得了嘛，都用区段征收的土地嘛，那你现在假如说我这一部分龙潭跟平镇，本席提供3块土地给你，第一个我们在平镇的部分，在我们通信学校旁边有一块1200坪，我们在平镇正一段金陵路哈、啊、北市国小旁边有个1000坪，龙潭在我们的大石旁边有个1000坪。尤其像在我们在龙潭，假如能够盖起来的话，一楼
还可以给老人那个我们的老人会啊，一楼给他做老人会来使用。这部分局长有没有什么因应的策略？你请你说明一下好不好？好，那个有关土地局的价格当然是要考虑，但是不是唯一考虑的哈。那些资讯在局内、府内都还没有讨论过，我想今天我知道了会来充分了解。有跟你们的处长曾处长讨论过好几次，我也到贵书记讨论，他没跟你报告吗？没有关系，这我们内部再来了解。那你觉得说有没有这种期程？你跟我讲有没有这种期程？有没有这种期程说我们在龙潭行政要来盖这种社会住宅，对对对，是不是未来两年到三年内你是不是启动这种规划？不是，跟你讲那个我们是愿意少，愿意不愿意少。那个各区都会设社宅，是那主要要取得土地。那议员建立的这三块在平镇龙潭哦，那我们会进入评估。那不管是租用或拨用，拨用要有偿，因为提供的都是要有偿的。那另外有的现况做停车场使用，如果要把停车场废掉，那也要有替代方案。是，那我想这些像你龙潭这一块是原来做停车场，是，那你要盖社宅的话，那原停车场需求要有替代方案。所以我想这些让我们来统一考虑，平镇加龙潭一定都会有各有这个社宅的计划。谢谢局长，谢谢市长的支持了，好吧？那假如说这样，我就说卢局长，拜托这个部分了哈。这三块我请这个 住宅处跟都发局专案再讨论一次。好，如果有可能，我们现在第一阶段十个基地，二阶段已经在规划了。那我想议员建立的，我们把它纳进来。二阶段的备选名单，因为市长，我觉得说，我看二阶段也没有，到三看三阶段能不能纳进来。就是说这种土地我们是愿无啦，不愿少。事实上，市长我提供这几块基地，是面积都不大，好，大概只有一千坪而已，面积不大了。好，让我们来评估。好，谢谢市长的支持了，好不好？卢局长这部分希望你能够加油了，好不好？尤其我琢磨在龙潭这一块哈，他老人会馆希望说能增加老人会馆，老人会馆正在正对面，因为他现在会员人数有一千多人，现在的会馆面积只有两百坪大。假如那个地方能做社宅的话，一楼来做公共设施啊，可以说哈能做两个的功效。希望说你积极来努力这一块了，好不好？建议假如用租用的方式，经费上比较省了，好不好？好，请坐吧。好，纳入评估，谢谢。第四点了，那杨局长，管理局啊，那我想说，本席一直这几个会，这会期一直在关心你那个3.7亿的跨域的亮点的计划了，没有哈？跨域亮点计划，其实本席提了很多次，本席是担心一件事情了。去年执行，今年执行，明年执行，执行了3.7亿以后呢，然后呢，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老百姓的印象就是说，有热气球，有一些活动很热闹的办。那最重要，这个流域亮点计划最主要的困难点啊，因为我们也讨论过很多次了，我知道你也很用心。譬如说，前两天已经标掉那个我们11份的文创那个什么园区啊，要怎么进驻？是。结果发现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他的土地没有拨交给我们。北水集，你前两天标掉那案子，那些宿舍竟然是租用给我们市政府。那我也问你的科长，那明年咋不租我们呢？你花了整千万办了一个活动，明年不租我们，然后就以后呢怎么办呢？我们要继续编租金吗？你也去看我们参加过很多的我们的慢跑活动，他的南苑也不拨交给我们，主办单位就说啊，他的费用非常的高，我们去呢还要经过他同意，他打开来，南苑也没有拨交给我们。那你看你的这些设备这些设施，你花了3亿多，你花了非常多的钱，结果呢做一些硬体设备还要跟他租用，也没有拿到他的同意书。这种东西你这3.7亿，杨局长，你花下去以后到底能留下什么？你试试给本席说明一下。是，报告一座，我们跟北水局的关系是合作开发关系，所以如果是属于公益性的，比如说像南岳公园的改造之后，因为属于公益性，所以也不用租用，但是属于有收益性的，那我们会跟北水局有签订一个合作开发的意向书，所以将来这都是签约的，所以不会有说所谓的我们投入之后，这个就变成是这等于是就会中断，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当然，对于长期发展而言，如果有机会能够争取拨用，其实我们也积极在做这件事情。局长，我觉得说，你跟北水局交手，你也非常多次了啊。尤其我关心的，像我们嘉安里那个文创园区，就那个将近到40公顷了哈。对。你看他现在你要做这个11份文创平台的建置及设备计划，你的房子还要跟他租用，你应该努力去跟他讲来拨用啊。是。包括南苑，包括我们的那个，我们希望说也给你建议，我们很多台北、双北很多乡亲喜欢来桃园露营。我们来做个露营的专区。那露营要做什么？露营第一个，你一定要有一个盥洗的地方嘛，对不对？你要有一些建置，要做一些简单的一个平台，让他可以做露营的设备。那从台北过来这地方，只要1个小时而已，对不对？他来这边露营，
礼拜六的下午来，礼拜天中午就回去，是最适合的。他甚至比去中南部都非常的方便。可是他来这边，你们也没有建置设备。那我说了嘛，你这边也有讲到说，我们要有一个来做一个露营的专区，可是你土地也没有取得。你这3.7亿明年花掉了，什么都没有。对，土地是租的，土地也没有拨交，哈。有做事情留下什么东西，本期是真的是很担心，尤其是带动龙潭的观光，带动龙潭的发展，包括大溪，你是不是这部分应该尽快土地剩下一年多了，土地的拨交，好，包括我刚刚讲的露营区的一些法令的一些修改，好，包括这些硬体的设备，包括这文创园区，它里面的宿舍100多栋，你跟它租个7-8栋来，那讲实在的，那做起来的功效真的是，我认为是大打折扣啊。是，那跟一座报告一下哈，那个露营区现在设在西洲，西洲这块地呢已经要拨交给我们了，这个没有问题。那至于那个宿舍区的部分哦，老实说，我们这次的经费还是有限，所以这次的改造以嘉安市场为主。那么其他的周边宿舍，他租给你了吗？他拨交给你了吗？嘉安市场你能去做吗？是我们已经有一个合作的开发计划哈，因为将来这个有收益啦，收益是我们跟他对分啦，所以我想这个是共同开发的概念。不是说交给我们，这个我来说明一下哈。是市长，这个流域亮点计划哈，是桃园市政府跟北水局联合提出。是，所以有些土地哈交给我们管理，那有些没有，有些保留在北水局。我想这个有这个差别，因为当时是联合提案。是，他跨域的意思是说两个单位一起联合提案。那我想说，市长，这个重点就希望说，他有些土地能够长久的哈，能够交给我们市政府，因为我们接下来做基础的建设在里面了。如果是像西周转运站，是那 就回田区嘛？那11份的那个嘉安市场是它一旦做了设施，委外营运，它还会长期使用，不会说一年一年签约，不会这样子。杨局长，本席给你的一个最重要的建议就是说哈，花了那么多钱下去哈，一定要留下，让觉得说以后我们可以长长久久来使用，包括嘉安市场，包括里面那些宿舍。包括刚刚市长讲的西周的一个转运站，包括我所提的南苑的那个露营专区，哈，假如法定是要因时制宜来制定的话，管理局就你来做这种露营专区，这个东西大家是非常喜欢，那边将近有40-50公顷，而且对不对哈，绿草如荫，大家都喜欢去那地方，可是进去也没办法进去，哈。土地也没拨交给我们使用，你说要建置在那边，等到明年完毕以后，我们就空留个遗憾。没有拨交一样可以用。对，那刚刚已经说明哈，它是一个联合提案的计划，所以它一旦被列为设施就要开放。好，谢谢了哈。是，下个议题我们还是经发局了哈。我针对那个不是那个我们的那个都发局啊，卢局长，龙潭的石门都市计划区的一个修正，及龙潭我们一个都市计划重新的一个哈啊，重新一个那个来重新拟定一个新的计划。卢局长，我们石门都市计划可怜到什么程度？第一个，我们像我们在山坑的地方，要有330平方公尺以上才能申请建造，要有100平以上，规定你要有100平才能申请建造。然后申请建造的规定，你只能盖10米，好，然后呢，很多道路也没有开通，50年来永远不会开发。中正路两侧叫绿带，然后要开发10米的绿带，要把所有中正路两边的房子都要拆掉。1991年开始二通，现在106年叫三通，十几年来了，这都市计划可以说永远都躺在那个地方。我像卢局长，你很专业，你也来这边一段时间了。像这种不合时宜的这种都市计划，是不是应该积极努力来做一些检讨？应该大刀阔斧来做，不要说让我们龙潭三坑大民这些乡亲，像我刚才讲的，你那绿带也不可能要拆那么多房子，你也不可能做。那里面还很多旅馆用地，还有学校用地，还很多停车场用地，你一看就知道那不可能开发的事情嘛。对不对？是不是局长？你应该认真努力，在第三次通盘检讨的时候，邀集专家学者，包括我们地方上民意代表，大家共同来努力、啊。好，是不是来这个部分来解套？像我讲三坑的，有哪个都市计划是这样子？限定一定要有100平才能盖，然后只能盖10米，对不对？这种东西不合时宜的做法，对不对？前置我们人民土地的使用，这种都市计划你不拿来修改，你是不是应该认真努力来做呢？局长。好，这个都市计划实在太老旧了哈，里面的规定早期也规划蛮严的，也跟大家长得不一样了。好，那我慢慢会把它趋同了，合理化。你看这个图啊，正是觉得说这种你再不你这个这张图啊，这个这张图啊是北水局的宿舍，包括北水局的石原医院，这什么时候会开发？这个计划已经有点像历史建筑物，这也不会开发。你在山洞的时候就应该赶快认真努力来那个。这部分是刚才我跟市长建议的，我们应该尽量拨交给我们，好，他的宿舍区。像这个东西，事实上开发都是很困难的、啊。
啊，你要拿出魄力来，这三栋假设真的没有办法的部分，该做修订，该放宽的部分，我们应该来放宽了，好不好？我很认同这个要充分检讨。好，谢谢，我们会讲述。第三个就是说哈，我们还是我关心就是龙潭我们的那个都市计划里面哈，龙潭都市计划里面哈，66年到现在整整40年，那时候人口3万4千人，到现在已经11万6千人，那都市计划就那50-60公顷也都没有长大，对不对？昨天你去练习华龙之后，我跟你说，我们一定要在大昌路往台北商业大学这边、福隆路这边，好，我们加入什么样的元素来规划将来整理个100公顷来做区段征收，搭配福隆路、搭配龙平路那个这两条30米跟20米跟15米的马路来拓宽，你是不是能够说为我们龙潭乡亲来着想，这部分是不是能够提一个都市计划一个扩大，将来来做一个区段征收的一个方式？龙潭的开发率大概有80%以上是可以再检讨，所以那议座也知道嘛，我们那个行政园区旁边那块地本来就是为了要扩大，但民众反对了哈，那当然没有完全放弃，太多地上物了嘛，是太多地上物了嘛，哎，好，我们一条正面思考，看有没有其他在市区周边啊值得再做一些储备用地，好，我们朝这方面来规划，是。我是这样觉得了哈，譬如说开发中立的体育园区要加入一个什么客家的元素进去。开发中立的民主路加入到要加入一个什么货柜的一个什么元素要进去，我们龙潭其实上台山线的起点其实很多元素可以加了，我刚才讲了嘛，34000人的时候也是那个60公顷的都市计划，现在11万人也是都市计划，那其他人跑去哪里呢？旁边就是铁皮屋子盖啊，对不对？你看到大昌路联侧或是其他地方，对不对？包括中心九龙也没有都市计划。我希望说，局长你很专业，你也来了这地方，希望说我建议哈，我们加入什么样的元素进去，我们桃园都市计划委员会来审议，将来在我们的大昌路、福隆路往平镇这边延伸的哈，来做一个哈区段征收一个新的一个都市计划，让我们龙潭的哈这边能够更活络起来了，好不好？我会平衡思考合理性哈，谢谢。第二件事情，本席的就教你，刚才也有议员有提啊，就是针对我们的公社保留地的部分了哈。好，公社保留的部分，目前台中、台南哈也没有实施那个代金的一个洽购。那我本席我针对这事情，我是给你两点的建议了。那为什么说我们的公社保留地这进度那么缓慢？第一个，我们31个都市计划区没有办法整合。台北市的话，它都市计划区整个整合，它万华的都市计划，它可以拿到新一计划区来用。我们桃园市就小小的，你龙潭就只能用龙潭，平镇用平镇，也不能跨区来使用。你这部分法令不合时宜，为了要快速取得公社，民众愿意捐地取得容积的话，这部分法令应该来修改。第二个，台北市它要通过8米以下，它愿意做容积的移转。我们还是一样要10米，是不是？你将来你这两点，好，是不是说来考量看看？至于说代金的部分，建议多开几场的公听会，了解一下，好，我们这个做法是不是好？做出以后呢，是不是说能够符合民众的期待？你的看法怎么样？好，这个问题岂止如此了，好，那这个就照一周意思，我们会充分了解。那么你提到的这个所谓这个8米以下等等哈，这些都有它的背景，桃园跟台北未必相同呢，这我都会纳入地方的考虑。我希望说啊，推动这种代建的机会，当然会有民众的一个层级。他如果说有些土地，它可能是一段10、20米、30米、200米，它可能中间有一段，他希望说它能够捐作容积移转怎么样？那可就是它能方便它的一个使用，对不对？那希望它能够有这样的使用，但是希望说不希望看到这个代建的一个。急速的推动，假如纵使说我们是否要推动，希望能也定一个落日条款啊，跟他讲说我们到什么时候让民众，假如他有很多公社土地的话，他愿意做捐赠的话，让他有个心理准备，这样可不可以？可以，遇到问题我们就来解决问题，那最好就是不要维持不动了哈。好，那方法可以渐进，可以调节，谢谢。好，请坐了好不好？那我们的交通局啊，交通局那刘局长，有，我就觉得说哈，我们看到我们市政府交通局也非常用心，尤其是你是轨道专家来推动这个。这个铁路的地下化，平镇的车站，事实上，龙潭平镇啊，中立啊，是一个70万的一个生活圈啦、啊。整个龙潭虽然10几万人，到平镇20几万人，到中立7万人，我们都很期待平镇车站的一个设立了哈。那平镇车站设立呢，将来我看你的工作报告是说，在8年后啊，114年啊，将来可能会通车。那平镇车站的设立，我刚才看了图，它是平镇中立火车站往南移2.5公里。从补新算过来，大概3.5公里的地方，大概现在的位置是在我们的66快速道路的附近，大概是在，这个区域了哈。本席关心的事情就是说，是不是你应该都市计划赶快来先做？那我关心一件事情，就是说，从龙潭
中丰路要到这个平镇车站了哈，是不是要把它纳进它的一个交通的一个便捷的动线？好吧，不要你做了以后呢，从中丰路来不知道从哪里进来，那交通的动线非常的不方便。第二件事情，那我们看到前瞻计划哈，有非常多的轨道建设，我觉得说是一个曙光了，对我们龙潭平镇的一个建设哈，有一个那个轻轨的一个建设了哈。那我也跟你讨论过，假如说做这个轻轨的话，我建议哈是从龙潭哈一直从中丰路一直坐到平镇火车站，甚至可以建议坐到那个 A22 站了，就现在的中央西路跟我们的那个中丰路交叉口的地方啊。啊，做这个轻轨，因为现在整个中丰路啊，沿线住了三四十万人啊，可以说人口非常的密集，交通车辆流量也非常大。啊，你那天也跟我说，可以用两轨并行，就是说它可以跟车辆，包括跟在平面道路上，可以跟车辆跟轻轨一起来并行。这个部分，刘局长是不是简单说明一下好不好？是的，那个跟一周报告哈，平镇火车站那个未来在规划阶段的时候，他必须要考虑到将来的进出通道跟都市计划的发展以及社区的发展，所以这个部分目前那个是可行性研究，当时在高架的时候，所拟定的位置，但是未来可能还会去做一个通盘检讨，再做一个适当的那个。但是一周刚刚提到的，就是从平镇进到这个中丰路，要到这平镇火车站，我们这个六六快速道路哈，这中丰路来哈，这边六六快速道路可以拓宽。拓宽到新光路的时候，直接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平镇车站。将来可以说，整个从三字顶南市要到这平镇车站，是有个非常快捷又好的道路。假如你把路幅拓宽了，那刚才那个轻轨的事情，你是不是简单说明一下好不好？轻轨的部分基本上它在建设是比较快的，那建设经费也比较省哈。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它可以比较适应，就是说。那个人口，那现在目前行政院核电从南港到基隆的18公里，说造价是60亿，那看起来一公里的造价才5亿多。那这种轻轨的话，假如说啊，这个也大概是8公里的长度，你觉得这个造价大概多少钱？是不是我们这可行性的评估，未来的2-3年，我们赶快把它提出来，搭配这平镇火车站的这个新建了没有？还有搭配这平镇火车站的一些扩大的一个都市计划的一个范围，一起来做，你觉得有可能吗？这个我们大概在预计会在明年哈。我们 会有一个计划来探讨全市的这个捷运路网，所以这个部分到时候会把它纳进来一起考量。我是觉得了哈，我们龙潭平镇没有捷运了哈，然后假如说这轻轨可实施了哈，好，这是最方便的。那现在有个平镇车站，在龙潭的部分，现在龙潭那个桃园客运了哈，它目前在市中线的地方，它即将在过几个月，它就要搬到比较郊区的那个大昌路去。它那个地方大概有3000多坪了哈，可以做将来的一个转运。如果说将来哈有这个轻轨车来的话，它将来它可以做一个转运。它大概有3000多坪，在我们的北龙路跟中正路交叉口的地方啊，它将来可以作为客运的转运，甚至做一个轻轨的一个转运。因为你说轻轨的话，它一个回转车道大概20几米就够了。所以这部分呢哈，我希望说刘局长哈。龙潭平镇中立到平镇火车站这个轻轨这个计划，希望说我们先可行性评估把它做好来，让我们觉得说这将来这个廊道哈是更便捷而不要塞车。我告诉你，只要一个下雨天了，从龙潭开车到中立的中立国小哈，大概要1个小时以上，那塞车的严重真的是哈不可想象啊。好吧，这部分是不是来努力一下，好不好？好的，好。第二件事情呢、啊，本席就叫你哈、啊，那我也感谢你了、啊。你们的那个规划科啊，曾经邀了公路总局啊哈，这半年来我们来做了2次的现刊了、啊、哈，就是我们的平镇66快速道路啊哈，要延伸到龙潭的这部分了、啊、哈，这部分的这个部分，我想这部分我们也探讨过很多次了。那公路总局啊，他也因为你们的很努力啊，他也派了好几次的那个总工程师来看了没有哈、啊？他说他们的经费，假如说你认为这个路廊的一个规划。可行性的评估可以的话，哈，这个芙蓉路啊要征收比较方便，因为芙蓉路真的两侧都是农地，而且都是都市计划外，公告限制也不高啊，到龙潭大概5公里的长度啊。那这部分呢，他说假如说贵局能够支持的话，然后那可行性评估可以做的话，是不是今年我们把开口合约这可行性评估把它做好来，就这个六六快速道路能够延伸到龙潭，我想到龙潭也不见得说到龙潭市区，就拉到龙平路那个十字路口就可以，让龙潭的车辆出来。好，直接就可以上六六快速道路。将来你右转可以六六快速可以接北二高，你左边可以接中山高，这样子是不是能就彻底解决这边塞车的困扰？你的看法怎么样？是不是来积极来努力评估？好，这个变成向公路总局来争取这个建设经费。好的，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大概在我们会把它纳入今年的这个开口合议里面去研究。
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在年底把它提出来。认真来做这件事情了，好不好？好，请你认真来做了，好不好？这个我来说明一下哈。请市长，刚才局长有特别说哈，我们这委托研究的顾问公司，我们有开口合约，是那么有针对哈66快速道路有没有可能走福隆路，好到达龙潭，是好这个方向或设置匝道，好就是。联络道或匝道，那这个当然会增加一个很大的效益。龙潭现在有两个，有第一交流道，有铜锣圈的第二交流道。那假如说66又可以拉到龙潭，龙潭有三个交流道，那当然会大幅的增加龙潭的方便。那这个部分我们先进入评估程序。那么假如说这个可行性研究报告看起来有可行性的话，我们会报给交通部。就市长，因为我跟你说明一下，因为龙潭坪镇，事实上你常常去了哈，是龙潭跟坪镇，像它像一个大生活圈一样。其实龙潭很多乡亲，所有的买办，包括交通、念书啊，大部分都是往中立这边来跑。所以说，我一直刚才提的，不管刚才我提的轻轨，我提的现在66快速道路，龙潭到坪镇，都是带动，希望说龙潭坪镇中立这70万的一个生活圈是能够融成一体，让它有更便捷的交通。假如说公路总局能够争取的话，我想说我们市府啊，只要。认真出力，这事情呢，我想说未来的三五年，我们认真出力了，是要公路总局支持。好，那市长请多帮忙多支持了，好不好？好，请坐，好不好？那个卫生局局长啊，局长，我上次也跟你提过，工作报我们有曾经探讨过了哈。这个中立这个慈济园区啊，我就觉得说这个中立的慈济园区啊，在我们中立市横跨两个都市计划，大概有6.8公顷，它的。地点非常好，交通也非常的便利了，没有哈？那我们常常碰到很多乡亲，问他说你生病去哪里看？他说我到新店的慈济。问他说你去哪里做志工？我到新店的慈济。其实上跑得非常的远。那我们桃园很多乡亲，大部分生病就到林口的长庚，我们自己的医疗院所，我是觉得非常的缺乏。但他现在这个基地啊，非常的宽。那我希望说能够争取这个，是不是有没有机会了？我们跟慈济来争取，让他来设院到我们的中立。第二个就是说，他现在是我们的那个社福专区啦。事实上，变更上了没有哈？我觉得也并没有说非常大的困难啦。他是在都市计划里面，农业区一般农业区也不是特农啦。这部分是不是局长？你觉得看两个面向来看啦，他社福专区，我们也可以，他主要做长照嘛，医院来也可以做长照嘛，对不对？那他现在呢，闲置在那个地方，就是说他的功效并没有那么彰显啦。六公顷在市中心。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产官学啦，就是它是产业，它就是一个慈善机构，它医院，我们这部分我们有需要，那我们市政府也来努力这部分，你站在医生的角度，我就是觉得很需要，是不是来努力争取一下啊？谢谢议座。因为那个南桃园地区就是我们的中立次区域，那其实还有医疗资源发展的空间，那市长也非常重视这一块，那所以那个在现在的一些都市计划整体规划里面，那如果可以把它纳入多一个选项或多一个弹性，那对我们南桃园的居民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上次你说嘛，因为我们那个健保的医疗给付今年有增加嘛，增加了4亿多嘛，我们也多可以多分配嘛，一些床数有增加吗？市长的争取下，我们的医疗健保给付总额是有增加到4亿。好，这部分呢，哈，希望那个那也是不是来努力来增加一下，对，鼓励优秀的医学中心来做投资。市长是不是？我说市长是不是你表达你的看法吧？6.8公顷土地现在是你把6.8当做市政府的土地在看？我们可以分啊，来那个慈济哦。它这个6.8公顷哦，它是被一分为二，是它第一阶段哦，只有一半哦，2.47公顷哦，可以申请变更为社福用地。那目前哦，内政部的它的审议哦，大会跟分组会议之前上一轮审议的时候，也只同意做社福用地。那现在发回来市政府再重新送上去，现在还在审议的阶段。那不过目前哦，审议的内容是社福用地，那也没有办法。直接变更为医疗用地了哈，那但你这个建议我会跟慈济基金会来表达说哈，他们是否有可能哈，这块地做这样的使用？因为我曾经直接的问过慈济基金会，有无可能在桃园设置医院？那他们目前哦是没有这个计划。好，那这样子啊，假如说市长，我当然了，假如说他们没有这种计划，没有这种经费，我觉得说。他做社福做长照，我们希望说社会局来多辅导他。他现在要做长照嘛，哈，做社福，他是做社福，好，不是做长照。做社福也好，能够照顾我们的弱势啊，没有？希望说这部分了哈。当然，我们常从那边过节的时候，那么大块土地啊，是不是我们能够尽量来辅导他了？我的建议是这样。好，谢谢。我们再来看到那个环保局了哈，环保局，
环保局，本席还是长期在关注这个议题。上次你也答复我，想说利用总资源这边啊，我们是不是能再说明清楚一点？就龙潭大池这个水的个净化的一个集成及规划了，好不好？因为这部分都是我们环保局在主政嘛，对不对？你上次有跟我讲说，我们大概要花2.8亿，有没有哈？那现在我们大池那边当然管理局要拆吊桥，那水质上哈，我认为说是不是说能够努力的来改善？那马上这个礼拜就要划龙舟了，水质上感觉上并不是那么的好，是不是希望说我们认真努力，速度快一点？要怎么做？是不是简单说明一下啊？前两天那个里长又来反对说那个立肩带的部分了哈，当地的里长又有点反对，这个推动上是不是我们积极来沟通来化解？就你简单说明一下吧，做报告到底要花多少钱，什么时候来做？是，你很关心这个议题哈。事实上，我们市政府这边，我们也有副市长这边在主持专案，是跨局处大家一起来啊集思广益啊，包括我们环保局、水务局、农业局啊、管理局等等啊相关单位，那我们也有一些对策。短期、中期、长期，因为我们要把污染源找出来，我们要从污染源去着手。它的水池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置换率不够，它里面的含的这个磷比较高，所以它造成它的优氧化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处理的方式就是从这个置换率来着手，包括初期、短期的部分，马上可以做的就是现有这个水井的使用，我们用马达抽取水来置换，那这样子的话，每天大概有500公吨的水可以来换。那接下来我们有中期的一个处理的方式，我们会把一些污染源啊，怎么样去上游的这个部分去减少使用这个含磷的这个清洁剂也好。那对于这个置换的部分，我们用这个立肩的方式，用现地工法的方式，会增加这些这个置换率的这个水量，大概每天可以到5000吨。那这样的水量进来之后，就可以提升它的置换的情形。那对于那整个经费是28000万嘛？是不是？是是是，我们有一些规划的预算在这里面会执行。我希望说这部分了、啊、哈，就说那个局长这部分了、啊、哈，希望认真来做。因为前两天在办那个县刊了、啊、哈，很多里民一台车去那个新荣里看了以后啊，他又回来，他觉得说啊，他认为说对那边很多存疑。我希望说我们环保局正在努力去沟通了，好吧？你的科长也有去，好，沟通是一定会的，甚至在努力来沟通。我希望说这大池的水有没有哈？我想市长也很积极，我想资金预算也都没问题了。我希望局长就刚才讲的污染源的管控啊，立肩带的一个处理，然后还污染源的一个把它排除，然后还有在进水的一个注入哈，水源头的一个管制。希望说那很多民众也质疑说上面很多污染源一直下来，我想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嘛，对不对？是你是不是积极来把它做截流了，好不好？是，一定好。这部分再来努力了，好不好？请坐了。我想另外就是还是文化局了哈，我想说。我还是关心这个翁仙筒大屋的部分了哈。那啊，这部分实际上就只有这个中庭跟右侧这个龙廊一部分了、啊、哦，大概只有一部分了、啊、哈。那我那个里面的翁家22个人了、啊，当然有人要继承了、啊、他们是愿无不愿少。我希望说继续跟他沟通，当然两个面向，第一个有没有可能说都市计划外的容宜，有没有因为这是古迹了哈，这部分有没有可能来修法？这个不是，这个不是的部分。这个有修正一下，是这一题难度在哪里呢？所有权人希望架构，我知道架构，不是万博不万旧，是万旧不万贼。那这个部分的话，那这部分的话，我是觉得说哈，积极来跟他沟通啊，没有，这是我想说这个架构还要符合他们的意愿跟他们的期待，所以文化局长难题在于说哈，他22个所有权人哈。他们不是希望修复来换得我们的使用权，他们希望买下来。那我们目前飞都土地哦的这个文化资产哦，那么我们到现在为止哦，道东堂是第一个用买的。那如果这个而且还没买到哦，我知道。那这个翁仙筒故居哦要用买的，也是全国的首例。那如果所有的古迹都要买的话，最后加起来天文数字。我今天。所以这个是要一起努力的话题啦，就是说方向要讲对。比如说现在讲修复经费，市府没有问题，我们全部修复，他同意的话，修复以后交给我们管理，啊，或者说哈，他们要同意我们修复，同意我们指定为古迹，目前第一关还没过哦，指定为古迹，指定为历史建筑，仍然土地所有权人有不同意见。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要沟通啦。我希望说，就是刚刚因为这边市长你也花了非常多力气把龙平路整个打通15米，他就在龙平路的旁边而已哈。对。他将来的小旅行哈，而且当然是我一直看了北台湾了哈，它是少有的我们的客家的一个一百大从同治时间了100多年，大概现在
1990年我去看过了，需要市长你也去看过吗？我本人也去看过，我觉得他有他的需要性啊，就是说看我们就是说基建扩充，有些翁姓的地主他说他也不见得说要卖很高的价，当然每个人的讲法不大一样了，可能也保留了一点了。我想地主意见不一致很正常，有的希望保存，有的不在乎价格，有的希望完整架构，意见不一样，我们来整合。好，我想说局长，大家都不止说我本席了，我想很多议员都希望说这部分我民意代表我们来努力了，可以来帮忙协调，因为他们对政府比较不信任，而且他们屡次要做请旗讲秀，他们就抗争。我知道了，我们在努力了，好不好？对，好，好，谢谢了。局长、市长，最后剩下一分钟了，本席总结我今天所讲的一个哈，我们教育局希望说能够齐头式的平等啊，让他能够差4000多万的一个补助。那我们的游泳池的部分呢、希望说能够把龙潭把它纳入进来。我们的龙潭坪镇需要有社会住宅，希望说我们主管的城乡局啊能够来努力。我们的管理局要怎么样带动我们龙潭的一个发展啊？3.7亿，希望说真的是能够落实，能够达到它的效用了，好不好？我们的经发局那个都发局的局长，我觉得说哈、要对得起我们龙潭乡亲，赶快把一些都市计划把它修正好一点。那未来我们龙潭要有便捷的交通啊，那个我们的刘局长，不管是轻轨的一个规划，或是66快速道路一个规划，都需要说你长期来给我们支持了，好不好？那我们龙潭最喜欢乡亲最喜欢去龙潭大池的水质整理啊，就靠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沈局长。好，谢谢，请坐。啊，早上我们进行的市政总咨询哈，啊，我们登记的议员哈，全部执行完毕，那我们散会，谢谢。议事组在这边做个报告哈，那市政总咨询的顺序稍微做调整，明天5月26日第四位梁伟超议员调整到6月3号礼拜六的第一位咨询哦，所以明天只有3位议员咨询。那么请府会联络员通知各局处哦，议事组不再发文通知。以上。